生佛，包青天，是铁面无私辨忠奸。嘉佑元年，包拯升任开封府尹，自他上任，将开封府治理的那是井井有条，万民称颂。而咱们要说的故事，也自那时起。你个老鼠眼坏人，不用拉拉扯扯，我现在就去衙门前击鼓鸣冤。鼓呢？鼓啊，在这里，先敲了再说。大胆刁妇，你毒死了我家主人新品来驱邪的爱猫，还敢如此理直气壮？哼，告诉你吧，老爷府上的宋师宋川长马上就到，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如何逃得掉？宋川长，那个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的说谎精，包拯夫人开封之后他还没饿死吗？此言差矣，鄙人凭着一张扭转乾坤锦绣嘴，一支追魂夺命转生笔，以最懂明辨纵横开封，一直以来完全尽忠职守，活得那是相当滋润的。好，既然你如此自信，依我今日便和你一较高下。那正好开封府的人来了，咱们公堂见。堂下何人？又因何事击鼓？回禀大人，在下依依，我身旁这位是王府管家，他诬告我毒害他家主人的爱宠，依依自问清白，所以击鼓鸣冤，要同他们当堂对质，为自己洗清冤屈。毒害？前因后果为何？可有状子陈情？回禀大人，今日午时，都水监王树敦王大人之爱宠鹏鹏，在府上李管家的带领下，于白帆楼内等待用餐。期间，开封新人宋师依依前往席间同其玩耍，且在第一道两吃鱼上菜之后，陆昭一用右手抢先品尝，在被李管家喝止后留在一旁。之后，鹏鹏便享用起他心爱的两吃鱼，不料鱼刚入口，便一命呜呼。现下菜品、店小二、李管家，物证人证俱在，请大人明断。人证？在场可有人亲眼看到他下毒？民女看到了，我如往常一般，双手端着两吃鱼块送餐，才刚上桌，那姑娘便把一只手放入鱼块里下毒。在那之前，有我全程端着餐食，未过他人之手。荒谬！状子上说了，我把手放进去是为了吃鱼肉。如果那时候下了毒，怎么我自己没有被毒死？我宋川长呢，就最懂明辨。这只是一场小把戏罢了。众所周知，我们都有两只手，依依姑娘一手藏毒，一手抓肉，就可保证她自己不会中毒。荒谬！店小二方才明明说我把一只手放在了鱼肉中，你的状子也只提到了我用右手抢先品尝鱼肉。你，哼，我的状子只是没提你左手的事情，不代表你没伸出左手。店小二，你说是不是？公堂之上，岂容尔等狗才言辞模糊？现场情状究竟为何？还不如实禀告，
民女双手端着大盘子上完菜，那姑娘就左手摸了虾鱼，右手抓起块肉，之后便被管家赶走了。对，是这样的，我放下菜还摸了摸鹏鹏，正好看到了这一切。哎，我还记得小二摸完之后，鹏鹏还舔了舔身上的浓密皮毛，那时他还是欢蹦乱跳，可谁知吃下这刁夫下了毒的鱼肉后就魂归天际了。包大人，经仵作勘验，此宠物确系中毒而亡，餐食中也验出毒素，未免意外，酒楼内餐食均加以查验，其中一人的鱼块中也验出毒素，好在他并未中毒。店小二、宋船长、王府管家，你们的状子和证言可是最终敲定了？当然，我宋川长就最懂明辨了。诚如在场诸位所见，人证、物证、验尸结果俱在。依姑娘，你还不认罪吗？荒谬！当然不认，他死前也未必只吃过鱼肉，怎么可以乱下结论？依依姑娘纵是弃此狡辩，也大可不必如此不讲明辨。鹏鹏不是吃的这盘肉，难不成是被昨晚的肉毒死的吗？舔毛？对了，毛毛，他摸过猫的毛，是他店小二摸过猫的毛。如果他手上涂毒，染在了猫毛上，猫为了去掉生人气味便会舔毛，之后便中毒了。可恶，我都说了亲眼看到这个女人下毒，你们还省个什么？戳中痛处了吗？包大人、公孙大人，快验他手上是否有毒，快！说是迟，那是快，张龙赵虎已擒住店小二虎口，将其双掌往上那么一翻，等待公孙策验场。公孙策以银针之法，在那店小二双掌之处指缝处验视，片刻后缓缓开口道：他掌间并无毒药。怎么样，没有毒？我手上没有毒，若说是我下的毒，毒在哪里？你倒是拿出证据啊。冷静冷静冷静，方才他那副慌张嘴脸分明心中有鬼，不过那猫死时场面混乱，他很可能借机洗去手上的毒，即便这样也总有其他破绽来不及处理。这位店小二说过，他是用双手上菜的，如果他手上无毒，那么盘子背部也应是无毒，毕竟他说过那盘子只有他一个人碰过呢。立刻命仵作华奶奶验证封存的餐食证物。包拯一声令下，片刻之后，但见一白发老妪健步迈入公堂，正是开封府内第一仵作华奶奶。回包大人，老身将餐盘浸入清水内，以银针试探，银针表面果然立刻成乌黑状，此毒当是砒霜。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的职业生涯怎么会有败绩存在？
活该！陈州饥荒，三年未至，我妹妹被活活饿死。这猫呢？啊，生在高官家里，顿顿好吃好喝不说，有的菜甚至只舔一口。他凭什么？凭什么？你这狗才是不打自招了。好，本府问你，另一位食客餐食中的毒可也是你下的？你当我如那些草菅人命的狗官一样吗？无关人等，我杀他作甚？好，你既已认罪，本府便当堂宣判。樊楼里戏命案，小小李奴遇毒害，可笑那犯人变真人，人心更比砒霜厉，厚着面皮把那无辜来之人，奈何毒物寸寸留旁壁，铁镇日山照天呐！里来人，将这小儿拿下，且要问他毒从何来，前因后果杀心正气，务必要细细盘问，不得有误。本府当堂宣判，这李奴案犯陆昭仪无罪。依依姑娘当真冰雪聪明，不仅为自己洗脱罪名，更凭借只言片语锁定真凶，实在了不得。没什么啦。对了，包大人，此案疑点重重，依依既已牵扯其中，也想为受害者查明真相，这也是一名讼师应尽之责。好，难得依依姑娘有此心，便请你协助展昭一同调查此案。展护卫，你务必要保障好依依姑娘的安全。好耶！调查可接触后厨的有三人，分别是主厨麻辣西施、掌柜、清洁工魏静。麻辣西施常住酒楼，清洁工则住在城郊外民宅，现下他们都被暂留在案发现场。另外，凡在行市买卖砒霜者均需登记备案。我们查阅了近年内的备案，店老板和店小二常青均买过砒霜，用途是毒老鼠。两道有毒的菜均为酒店特色，两吃愉快。另一个被下毒的客人名叫风里萧，居住在城郊歪脖子树附近。不过此人行踪诡秘，并不好寻。哎，风里萧，倒是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想当年他也算是开封府名捕，俺俩还一起追捕过大盗铁蝴蝶呢。可惜呀，可惜。依依姑娘，这位是周夏前辈，当年宋夏战于好水川，他是少数生还之人，其后便任职于开封府。前辈，这位就是方才在公堂上博得满堂彩的宋师依依姑娘。周前辈好。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风捕快，这么厉害的人不干捕快，真是可惜了。嘘，
当年他带着孩子在路边吃饭，见到通缉犯赶忙去追，忙完回来孩子丢了，他妻子为了这事儿直接休夫了，他就为这事儿离开了开封府。哎，开封府奇人多呀，还有那华奶奶，当时找他来验女子尸身，现在男女不计，还总来看卷宗，好像要寻个什么。哎，你们要走了，你们可别说这些是我说的啊，保密啊。在这儿呢。姨在这儿呢。关张一天损失千金呐，官爷尽管问，只要能帮您抓到凶手，令本店重新开张，小的定会知无不言呐。这个人啊，脑子不大好的嘞，在我这儿干这么久，连鲤鱼和草鱼都分不清。当时要不是麻辣西施说缺个清嫂子，执意要他来。这样蠢头蠢脑的人我才不要嘞。那个风里萧啊，怪癖一堆，只吃鲤鱼，还说自己吃糖会长疹子，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啊，因为鱼里有糖，把我们麻辣西施骂得狗血淋头。哎呦，他脾气真是好大的哟。早上我带大家在门口做完八段锦，安排好工作，看客人进门，大伙儿也忙起来了，我就在大堂查账，也没有注意周围，直到那管家大叫才知道出了大事了。《我先声明，我麻辣西施明人不做暗事，要是谁得罪了我，我肯定抄起这把祖传菜刀抡过去，暗搓搓下毒算怎么回事？我负责给鱼开膛破肚收拾干净，在鱼身上直接切薄片，再烧一碗豆豉呛过的菜籽油，这道两吃鱼快，顾名思义就是客人先生吃，再淋上热油熟吃。店小二常青，他先进来端走了那只猫的鱼，然后就是胃镜了。我看他闲着也是闲着，别让客人久等坏了鱼的味道，就喊他给风里萧上菜。除了店小二和胃镜之外，可还有其他人进过后厨？后厨重地，闲人免入，把握菜品品质的地方，谁要是敢进来，我肯定把他赶走的。那可是我的专属厨房，不用时那都要锁起来的。哇，光是锅就有三口，呀，脚底好黏，是不是没打扫干净？哇，这里好多蚂蚁，但怎么不动了？嗨，前几天店老板说这个季节耗子蚂蚁太多了，就买了点药回来，我看这药挺好用的。我负责给鱼开，掌柜自己家里鱼塘的，每日寅时送来，草鱼、鲫鱼、鲤鱼，运气不好的已经变成菜了，运气好的还活蹦乱跳。哎，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某种不公呢？
店小二常青，他先进来端走了那只猫的鱼，然后就是魏静了。我看他闲着也是闲着，别让客人久等坏了鱼的味道，就喊他给风里萧上菜。除了店小二和魏静之外，可还有其他人进过后厨？姨在这儿呢。这是本店特色，有的人好吃生鱼块，又怕吃多了肚子生虫，咱就先上生鱼肉，让客人尝个鲜儿，再淋上豆豉爆过的热油，您就听啊，刺啦，哎呦，香得不得了啊！西施啊，手艺很棒的，干活那就一个利索，而且我们这儿的常客喜欢什么口味啊、食材呀、啊，他都记得一清二楚的。哦，对了，他还是那什么花帮的成员。花帮？那是什么？种花的帮派吗？花帮乃开封金兰结社，掌门人德高望重，据说叫花玲珑，但是本人神龙见首不见尾。近年来，花帮也收养流离失所的少女，供他们学习一技之长，助其生存。这是本店特色。这锦囊呀，上面还画着一只小马，不过看起来好旧了，边角都破了。原来在这里，我找了好久，想是方才看热闹时被挤掉了。谢谢姑娘。这是我父亲唯一留给我的物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只猫怎么样了？它吃的东西我没碰过的。哦，来吃鱼的那个客人，我和他不熟的。我突然被叫去送菜。哦，对了，那时候给猫的菜已经拿走了。我把菜端过去，客人尝了几口就让我淋热油，不一会儿客栈乱套了，说是死了只猫。哦，来吃。姨在这儿呢。这个带铁钩的轮子是干什么的呀？还是一对呢？这叫滑车，你们养尊处优肯定没见过，你只要用它，什么木头铁石就能被轻轻松松地吊起来。姨在这儿呢。这是西施。终于等来个女的，老大说的狗男女大概就是他们了。兄弟们，上！你们是何人？为何擅闯私宅？年轻人可不敢气盛啊！看你有钱泡妞，没钱还债。爷几个，今天便给你点教训。下手重了也别怪我们，爷们也是奉命办事。哎呦，原来是官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咱们是奉命行事。官爷您问，小的知无不言。你们为何擅闯私宅？要寻的究竟是何人？你们又同他有何仇怨？俺就知道他姓马，有个相好叫魏静。我老大的雇主当初被那富商马大富坑了一大笔钱，据说当年马大富留了一手，把钱都转移了，只有他女儿知道在哪儿。前几天那魏静喝多了，其他人嘲了他几嘴，他一上头就说自己是马大富的义子，咱老大
便顺藤摸瓜查到了这里，让我们守株待兔，把马大富的女儿挖出来。几位私闯民宅，涉嫌伤害他人性命钱财，张龙赵虎将他们带回开封府细细盘问。哎呦，咱们真就知道这些了，这都是单线联系的呀。依依在这儿呢。负伤的案件引起了展昭与依依二人的注意，这展昭连忙赶回开封府，在浩瀚的卷宗之中那是苦苦翻阅，只为寻找当年的线索。我查到了，12年前一名叫马大富的富商承包了圆州水坝所需的建材，但由于偷工减料导致夏汛时水坝崩毁，朝廷特命人将其抄家。当时马大富已将女儿和义子转移，他欲出逃时被开封府围捕，走投无路之下，马大富趁机挟持路人，被当时的捕快一掌击毙，而这捕快就是风里萧。至于那女儿和义子，目前仍下落不明，仅能查到的也只是义子为马家的马童，而富商女儿随身携带一锦囊，或许那锦囊中就藏有马家钱财去向的秘密。义子锦囊，不出意外的话，义子应该就是魏静了吧，也难怪会在他那里找到与河道有关的书。还有公孙先生的勘验也有了进展，猫毛上的毒药是砒霜，而两盘鱼肉中的毒药来自西域，质地成纱状，寻常集市和药店根本无法买到。宗门中人，开封府现下这么清闲，案子不用办，专门来打扰路人吗？喵，好臭啊，你多久没洗漱了？我们是来查案的，你知不知道你的菜里面也同样有毒？哎，干嘛对人家那么凶？那猫中毒之后，我第一反应便是查验眼前的菜，有毒这件事情我比开封府知道的早，事件的真相我也会比你们提前找到。风前辈，在你的社会关系中可有得罪什么人或势力？且不说我在开封府那几年得罪的一干人等，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地痞流氓，就算我现在混江湖也是树敌颇多，这一点南侠展大人也应该深有体会吧。詹某确实见过太多冤冤相报代代相残的悲痛事，所以以法度匡扶正义确实是我目前能想到最合理的方法，这也是包大人所言的第三重青天。法度无非是既得利益者的手段，给好人再多一个不得好死的机会罢了。前辈见闻亦或资历都比展某深厚，但私以为越是看透一切越不能滋生怠惰与怨恨，法度有疏漏修补，用法之人有偏私惩罚，如此便是了。告辞。且说这展昭依依二人在风里萧处是询问无果，依依那心中的不悦早已写在脸上，于是乎展昭带其前往东京汴梁散心。这东京汴梁城是何等的喧闹繁华呀，临河两岸那是酒香阵阵，莺歌燕舞，你且看那吟诗的作画的，好饮的品茶的，各有所愿，那是好不惬意呀。这羊肉汤真好喝呀，肚子鼓鼓，我换下一个胃接着吃。哎，
串冰糖葫芦解腻吧，那边有个摊子，老板，两串冰糖葫芦。哎呦，人家都是一颗颗品，怎么你一口吃掉四颗？慢点慢点。哎，来来，再尝尝这冰糖肥肠。哎，你要细细品啊，把外面的糖含化，仔细品品肥肠和冰糖结合的味道。好。这肥肠好油润呢，里面的汁水还流出来了。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一部分谜题似乎解开了。哦，这个跟我玩过一个游戏很像，那个叫做，我有点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它现在应该Steam上面已经有了。你就是要把所有的组合，连在一起。下毒的手法是什么？糖衣包裹毒药。然后这时候接触到鱼肉，就有两个都有嫌疑哈。那是。对，审判之眼的人。哦哦，就是魏晋的嫌疑是哪两个这样子？上菜的人。等一下，糖衣包裹毒药，他是做菜的人，然后做菜的人糖碗包毒药，死亡的蚂蚁，肯定会接触菜品，而他身上的小马警不是说要他是马大货女的，原来如此，这地上的蚂蚁是被披上毒死，很可能是西域奇毒。好。那魏晋的嫌疑就是上菜的人，仇恨不是？我想笑。熬糖的锅，熬糖锅跟魏晋应该是没有关系才对。我刚刚过了。魏晋的身份，看吧，对，作案动机就仇恨喽。依姑娘，风里萧到开封府找包大人，说是已捉拿到凶手魏晋，但你我深知此案绝非如此简单，既然你已有所推断，还请同我前往开封府指认真凶。依依姑娘，你在此刻击鼓，可是之前的案件已有所眉目了。依依在听闻风里萧指认魏晋后，结合之前本案的种种疑点，觉得不可草率定罪，所以特来将所有前因后果相告，以便包大人明察秋毫。哼，疑点颇多，不止你们在调查，我也在调查，况且毒药就在他家里，你们这些狗官还要护着他不成？本府若草率定罪，才真成了你口中的狗官。依姑娘，本府在听了展护卫上报的线索后，也认为此案隐情颇多，那么你可愿担当魏晋的讼师？包大人和这姑娘这是要与我当堂对质吗？我虽不是讼师，但也曾于开封府任职十数年，今日便要讨教讨教包大人有何本领。案发当日，后厨麻辣西施吩咐魏晋端来两吃鱼块，本人先品尝两块生鱼块后并无不适，
由此推知，此刻的鱼肉无毒，之前后厨中人便无嫌疑。之后我便令魏静淋上热油，在他操作完之后，直到开封府的人将鱼肉收走，查验出毒素，除了我自己查验外，其他人均未碰过此鱼。如此观之，有机会下毒的除了魏静之外还能是何人？更何况我手中还有证据，我带着猎犬在魏静的茅屋旁搜索，果真在地下掘出了这瓶毒药。这你亲眼看到我埋了吗？你说有便有吗？我的屋子又不是禁地，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哪个不能去买？弃此狡辩又如何？案发当时只你一人有机会下毒，乃是不争的事实。你我之间的恩怨大家也心知肚明，岂容你抵赖？魏静，你我皆曾是家道中落之人，我同情你的遭遇才请你进客栈帮忙，也不止一次同你讲过人要有骨气。哎，你又为何做此不仁之事呢？我认，是我干的，是我要给义父报仇，是我。好，既是你所为，那便将你如何作案又为何作案一一道来，不得有半分隐瞒。这个麻辣西施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魏静，而且他方才的话也似乎在引导什么事情。有鬼。那日我得知鱼药给风里萧，就是那杀害我义父的捕快，我便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我在鱼肉上下毒，就可以为我义父报仇了。我亲眼见他吃完生鱼肉让我淋热油，我便趁机将毒药一同淋在鱼肉上，然后我便按吩咐离开，等着他被毒死的那一刻。荒谬。莲，那么你看到的毒药是什么状态？可是药水，还有你又是如何当面将毒药倒入的？众所周知，对面可是极其敏锐的老捕快。对，是毒水。我淋药的时候用另一只手挡住了。那毒药乃是沙状并非水状，那再请问你用哪只手淋的油呢？无论你是先淋油还是后淋油，还是藏在掌心下毒，正对你的风里萧会丝毫没有察觉吗？反正就是我做的，那毒就是我下的，我记错了，或许风里萧没注意就让我成功下毒了呢，或许是我之前就倒在了油里也说不定呢。依依倒是有个法子，用糖浆包裹毒药，等糖浆凝固形成一层硬壳后，再放入鱼头部位，等到淋上热油之后呢，外壳融化，毒素也就流入鱼肉之中啦。包大人，我确实在鱼头和鱼体内前半段发现浆状物流动的痕迹，收集后用铁锅翻炒，确实有一股焦糖味道，那应是糖浆无疑。哦，依依姑娘是在质疑我也有犯罪的可能了？
鱼类菜肴往往要用糖提鲜，这道菜里发现糖，难道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吗？可你分明说过自己对客人的喜好记得很清楚，那么你应该记得风里萧吃鱼从不放糖才对，毕竟他曾为此事对你大发雷霆。那我想你应该也记得我们说过，魏静分不清草鱼和鲤鱼。对了，或许这就是两盘鱼肉都有毒的原因，因为他分不清这两种鱼，所以每一盘都下了毒。哎，你怎么知道另一盘里也有毒？难道是你早已准备好，借着魏静分不清鲤鱼和草鱼，栽赃嫁祸给他？这不是明摆着吗？王大人的猫吃了那盘鱼之后便死了。可恶，明明他都认罪了，他认罪了，干嘛还要盘问我？别急，依依只是想告诉你事实。那猫之所以暴毙，是因为舔了自己的毛，而这毛被长青涂了毒，只是细节还在审查，所以并未公告天下。不信你可以问包大人。不错，本府可以作证，那黎奴死因确实如此。不可能，我明明……不对，你们诓我，证据呢？就算是唐婉这种手法，我可以，魏静也一样可以。荒谬！证据就是你专属后厨中那一滩糖浆以及蚂蚁尸体，没人会用这么难打扫的方法毒蚂蚁。若再查验，其中毒药应非砒霜，而是那西域奇毒。我想这滩糖浆应该是一开始没调配好的失败品吧。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不妨再帮我说说我为何毒害风里萧吧。哎，感觉线索和事实对不上呀，再想想吧。当年马大富被风里萧追捕时，挟持无辜路人拼死抵抗，被风里萧当场击毙。我想这就是仇恨之始吧。马小姐，那日我并未逃远，而是折返躲在竹篾里目睹了一切，染血的刀，杀红的眼，还有他的咒骂。后来我流落街头，好在有花帮收留了我，让我重新开始。孩子，那花帮收留你，让你学习技能，用这双手好好过日子，岂是让你做这血染双手之事？你这样，你说他们有多难受？再见魏静时，他长高了，人却还是憨憨的。那时我已是酒店主厨了，便借口缺人手将他聘了回来。之后的一天，我记得天不错，只是云彩厚了些。可谁知道，我不过是在一个客人的鱼里放了冰糖，就被他大声呵斥。那骂声，那眼神，一下子让我回到了12年前，那被血染成的一天。圆州水患，背锅的背锅，升官的升官，日子总是一天天过去。我也要很努力的活，我也想好好活。可为什么呢？为什么只有这份仇恨我没法选择呢？君莫笑唐婉萧，内里暗藏乾坤天，一探那毒心可肚皮，包藏祸心，无人知，无人知。
耳探那青天有疏漏，知那陈年冤案柳火根，柳火根。张龙赵红将这反复收押牢房，一问独从何处而来，二问怎费心机，尔等务必细细盘问，不他有误。小姐，其实我也学着分辨鲤鱼和草鱼了。不，我想说，虽然在你眼里我自始至终都是个马童罢了，但我是可以为你做任何事的。对不起，对不起。天助将至，你们谁也不会知道了。谁也逃不掉了。包大人，他咬舌自尽了。难道这毒从何来的线索就要断了吗？从他的话来看，这不只是毒药何来的问题，他应该是通过某种渠道与幕后之人达成了交易。至于毒药来源，你们或可去开封地下黑市鬼影市集查看。娘，那里是不是能买到人间吃不到的暗黑美味？不是不是，那要怎么才能进去呢？鬼市建在被黄沙掩埋的后梁遗迹之内，你们需寻得一口井，对上暗号天王地虎宝塔河妖，自有摆渡人接应你们。不过开封水井众多，慢慢找吧。如果需要摆渡人的话，那一定是借助地下暗河，那么水井就可能就在暗河的源头附近，之前得到的水系图录应该能派上用场吧。展昭和依依经过这一番苦寻，终于将其目光锁定在一口后梁枯井之上。这依依展昭是乔装改扮一番，经由这枯井进入了暗河道，果不其然遇到了摆渡之人天王地虎宝塔河妖。对上这暗号之后，只听得两岸水流潺潺，一艘小船已载着三人向鬼影市集进发。二位这次来是寻的什么宝贝？无色无味，但可置人于死地的宝贝。痴男怨女，爱恨情仇，开封城怕是要容不下这么多怨气了。船在前面要急转，二位小心脚下了。喵，还说是鬼市，就算没有人，起码也要有几个鬼吧。喂，有鬼吗？有杀气，小心。包拯管理下的开封官场果然清汤寡水，连我们的南侠展昭展大人都不得不另谋生路了。一无双的展大人，可惜呀，时代变了。神机车，就位。
是西域功法。依依姑娘，去到东侧，借着那些怪石的掩护逃走。展大哥，依依来救你。护法，下面并非嶙峋怪石，仍有暗河存在，是不是要搜索，以防他们没有死透？不必，这次小城大借，留他们还有用处。走吧，去无忧窟逍遥逍遥，等剑尊归来，怕是没这么清闲喽。呀，展大哥，你流了好多血，你一定要坚持住。依依带你离开这里。且说这展昭同依依坠入暗河之内，那是侥幸还生啊。其奈何二人衣衫皆湿，这河道内的寒风这么一吹，哎呦，那是如刀刮骨一般呐。纵使这依依平日里那是健壮如牛，此一刻扛着这重伤的展昭，那是一步三晃啊。期间这依依几欲晕倒啊，硬是凭着那么一股子莽劲儿是冲出暗河。但见得眼前是柳暗花明，这依依方才卸下了一口气儿啊，当时昏死过去。再到这依依再次恢复神智，只听闻得这周围是阵阵暗香，更觉得是府内空空，恍惚间睁眼望去，一名英姿飒飒的女子是映入眼帘。但见她伸手理了理这依依额间碎发，是满眼欢喜。依依见此情状是颇为感动，两个字是脱口而出，好饿。那女子闻言起身，转身端来一碗清汤面，上面铺着二两酱牛肉。待依依是风卷残云一番之后，才得知自己竟已昏迷整整一昼夜。至于那南侠展昭，虽保住性命，但双眼受炮火灼伤，仍需调养数日。美人姐姐，依依吃饱了就有力气了，我可以帮你干活，依依不会吃白食的。也好，我仍需施针为侠客治疗眼疾，你可帮我去北面森林寻找几味药草，分别是苍术、山鱼肉、石斛。不过姑娘刚恢复，小心为上，遇事切莫逞强。哎呦，白公子，我们真的是一滴油水也没了，况且您平日不是出了名的劫富济贫吗？怎么又抢到咱们平头百姓身上了呀？劫富济贫，我白玉堂打的幌子罢了，不然如何名利双收呢？今夜给你们留条命就是恩德了，还不快滚！好不要脸的大坏蛋，呆，吃你依依爷爷的大棒槌！哎呦，泼辣可爱玲珑娇小，看来今晚我多情公子白玉堂的美人谱上要多一位货色了。多情公子，如此文雅响亮的外号，你怕不是想到白玉堂的老子听后笑掉大牙？你莫非你是？你说你是白玉堂，那我便是白玉堂的老子喽。依依姑娘，都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今日便借你的大棒槌一用，好好教训教训这帮不孝子可好？白公子饶命，听闻您向来不喜鲜血染身，小人的血不值当的。
你叫我什么？爹，我的亲爹。留你条命，向你的主子回话，就说江湖之上从不少白玉堂的骂名，有什么翻云覆雨的谋算使出来便罢，当下这种小伎俩便不要献丑了，听明白了就滚。姑娘，后会有期了。往后数日，依依便同那女侠一起照顾展昭。在此期间，开封府收到依依传书后，便即刻派人前来接应。再换一次药，你的眼睛应该就能失物了。正好今日有人来接应你，我把药备好交给依依姑娘，我们就此别过了。等等，姑娘连日来悉心照顾，展某不胜感激，可否告知姓名，以后必定涌泉相报。不必了，都是江湖儿女，此事不足挂齿。展大哥，华奶奶来接我们了。哎，美女姐姐呢？展大哥，展大哥，想什么呢？这上文书说道，依依凭借机智为自己洗清毒案冤屈，却在和开封府展昭追踪幕后黑手时遭遇暗算，幸二人得以飒爽女侠所救。这一日，依依正在房间理清线索，突然屋外有人敲门求见。依依姑娘，今日我们家老爷特意在府上设宴，以酬谢您呐，抓住毒害鹏鹏的凶手，还望您赏脸呢。你什么时候对我这刁妇这么客气啦？要不要再拉我去报一次官呢？哎呦，您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姑奶奶，我家老爷真是诚心邀请。哎，来来来，姑奶奶随我来。哎，这就对了。门外的备轿。我叫依依，在被轮送到这个时间节点体验生活后，成为了一名丧尸，因为一次吃饭被意外卷入了命案之中。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看起来只是个吃货，却拥有着机智的头脑，游走在无数所谓真相之间，只为追寻唯一的事实。身旁，话说这一
在管家的带领下一路上风尘仆仆，约么差半刻身时便已赶到王家大院。这一进院门，王夫人便拉着依依相谈，说笑间走来一位衣着华贵的中年人，举手投足间俨然一副大商人的模样。洪先生，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最近屡破奇案的依依。依姑娘，面前这位是掌管开封萧石和硫磺行市的大富商，同时呀还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才子。样样精通，哎呀，离开翰林院快十年了，样样稀松还差不多。依依姑娘的大名最近真是如雷贯耳啊，一举破获两个大案，不容易，不容易啊。至于这边二位呢，是宝林寺的定远和定清两位大师，今日不辞劳苦从宝林寺赶来，特意来为我家老爷送驱邪的符水。啊，哪里，贫僧近日在开封金堂讲经，就借住在40里外的观音庙中。今日幸得王大人赠送青柑糕饼，贫僧从未尝过。明日讲完经书返回宝林寺，势必要品尝一番。上次洪府家宴，洪先生在水榭中盘膝而坐，弹奏了阳关三叠，恍如谪仙。正好我家老爷沐浴驱邪，尚需耳渴，您便再弹奏一曲阳关三叠，让我们一饱耳福可好？王夫人盛情难却呀，请诸位稍后，我去为七弦琴校音。只是鄙人髋骨前些时日受伤了，这回便没有盘膝而坐的环节喽。抱歉，贫僧近日还要前往经堂讲经，师弟定亲则要回观音庙收拾行装，我等就不多叨扰了。这王夫人听罢颔首，定远与定清便起身离开。这洪先生走到其旁侧，从随身锦囊中拿出琴弦，为随行带来的古琴校音。片刻后，但见洪四贤小心翼翼将那琴置于桌上，双手翻飞，弦动音起，当真宛如天籁。一曲奏罢，王夫人是悠悠开口：“当真是天籁。”只是这曲子本是雄浑高亢，但是洪先生的功音同上次比始终差了些味道，莫不是琴弦选错了？素文先生爱琴如命，想来不应该呀。哦，哈哈哈哈，上次断弦之后忘记了，洪某来的仓促，只能用旧弦替换了。也该到时间了，偏偏去问问老爷要不要加些热水。王夫人叫的是王家大院的婢女翩翩，这翩翩本侍奉在夫人左右，此刻闻声离席。片刻后，那婢女踉跄而返，险些跌倒在众人面前。王夫人连忙上前将她扶起，但见那婢女言语颇为慌乱。夫人，我数次在门外唤老爷，但是他都无回应，不知是否内里出了什么变故，还请夫人前去亲自查看。王夫人起身前往王大人驱邪净身的阁楼。不久后，阁楼中传来惊呼声，众人闻言急忙循声赶往阁楼二层房内，看到的却已然是一具浮于水中的尸身。一盏茶的功夫，开封府捕快展昭、五座华奶奶、主簿公孙策等人赶到王树墩府邸。上次一别，
今日竟在命案现场再会。可惜鬼市四通八达，极易藏匿，至今我等还尚无头绪，暗中追查风里萧也无进展。罢了，不提旧事，我等一起调查此处吧。依依在这儿呢。嘴巴眼睛紧闭，腹部胀大，脚底皮肤胀白起皱，初步看下来应该是溺死。周夏，童老身细细查看一下有没有致命伤。牌老爷很宝贝的，说用了它才能去一个高档养生馆好好保养身体。依依在这儿呢，依依在这儿呢。申时之前，我为老爷备好了沐浴用具和水，便去书房通知老爷。之后。我便回到夫人身边，申时一刻，夫人喊我去问问看，老爷要不要填些热水。我遵照夫人的话，来到这房间门前询问，可谁知叫了半天无人应门。我担心出了意外，便连忙赶回院子里，请夫人查看。如果真的怕什么意外，难道不是直接进去看比较好吗？万一真的是紧急情况，你这一去一返，很可能就来不及了呀。这一点我来帮翩翩姑娘解释吧。之前因为一些误会，王大人对翩翩姑娘十分苛责，稍有不对之处便大声斥责，以致翩翩姑娘晚上都不敢在这府上留宿。老爷做事最讲规矩，对下人严厉乃是家风。至于偏偏在外面住，乃是我一手安排的。毕竟他已决定终身不嫁，望洪先生以后莫要再误会了。申时之前，我遵照夫人。如果真的怕什么，这一点，老爷。天妒英才呀、啊、王大人人如其名，国之栋梁，老实敦厚，怎么我此番只是照常拜访，在书房同王大人交谈之时，那婢女偏偏在门口告知沐浴用水已备好，我知悉王大人近来沐浴的事，便也不再叨扰，申时之前离开了这里，恰好遇到依姑娘前来赴宴，我也应王夫人之邀在庭院抚琴。唉，谁想到我们正在欣赏琴音之时，王大人他竟然受此折磨，命运当场，悲哉呀、啊！几位官爷有什么想要问的？这阁楼一层是会客用的书房，二层便是这间屋子。本来只是间阁楼，因为采光好阳气足，所以便将沐浴驱邪的地方选在了此处。
我们这宅子临街，为防吵闹，老爷建了一层楼高的围墙。至于守卫，老爷主张清廉，只有本楼门口有家仆守着，我们方才在院子里也能看到他们一直在的。几位官爷有什么想要问的？那猫死后，老爷总觉得是惹了不祥之物，宝林寺定远大师便建议他于申时捧着铜镜面朝南，用开光的符水沐浴，申时恰逢阴阳交替，那铜镜便能逼出妖邪。几位官爷有什么想？姨在这儿呢。之前就是老爷、洪先生和定远大师先进去，没多久定远大师便出来了，随后偏偏进去给老爷准备沐浴用的东西，偏偏先出来，约莫一刻后洪先生也出来了。姨在这儿呢。这屋子建于闹市中，如果有人翻窗作案，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但也不能排除犯人借此行刑，故意诱导。张龙，带一队人去周围街市盘查，询问附近居民、商贩等有无目睹可疑人员。展爷，我们在王大人书房内的火盆中，找到一封疑似书信的成红纸笺，可惜大部分被焚毁，仅留下清干二字，其余再无可疑物品。这像是陈州特有的信笺，是用花的枝叶染制而成。月后集焚的信笺往往记载不为人知之秘，应对办案有用处，便先送回开封府吧。且说这展昭一行人在王家大院内搜查完毕，正欲返回开封府时，偶然间听到家仆跑来同王夫人商量一件事儿。夫人，刚刚美娇娘珠宝店托人来问，说是又进了一批成色不错的珠宝，那您今晚还照例去那边吗？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要不要我帮您推掉？不必了，老爷生前一向重诺，他也不想我做一个失约的人。哎呦，这美娇娘珠宝店可有名堂，据说是贵妇们寻欢作乐的地方啊。这王夫人大晚上去挑珠宝，这丈夫亡故却仍要前往，一定有不得不去的事，暗中追查，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美啊，这种事情就交给依依吧，毕竟那里还是女孩子去比较方便。是夜，依依在王府门外潜伏，果真看到王夫人独自出府。这依依一路尾随，但见王夫人警觉性颇高，三绕两绕才停住在珠宝店门口。依依施展轻功翻墙而入，果然呢，这珠宝店就是一幌子，而那王夫人穿过珠宝店进入其后大院内，在一俊朗兔爷的接引下进了其中一间厢房之内。这一巧立于这窗下，恰巧能听闻得这屋中的言语之声。夫人，他已经在地狱了吗？会不会阴魂不散再来折磨我？现下我一闭上眼睛都是他泡在水里死不瞑目的样子。不是说了吗，人前就罢了，人后叫我婉珍。还有他死了，彻彻底底的死了，现在唯一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只是不知道这案子要查多久才能有个结果。我自被人贩卖入王府，
便饱受欺凌，纵有夫人相护，偏偏也早已不堪重负。好在现在老爷亡去，可我们却身陷命案，实在不知是喜是忧。是恶报，他将袁州水患的黑锅给了别人，又攀附权贵升任都水监，早晚自食恶果。今朝有酒今朝醉，在案件没有定论前，你我怕是暂不能私下相会了。原来王夫人同婢女竟是这等暧昧，而且都这样讨厌王树敦。只是他们说的王树敦贪污腐败，攀附权贵上位，若真有此事，恐怕背后会牵扯更大的案件。此间事毕，一一赶回开封府，将所见所闻向展昭氏悉数汇报。展昭闻言，即刻寻赵虎排查当年袁州水坝案的关系人。天明，赵虎便带回了消息，而排查王家大院附近街市的张龙也带回了一条线索。展爷，我们走访了一些人，得知坊间传闻当年袁州水坝崩溃一案，责任最大的其实是王大人，但他本身和上层高官往来密切，所以用手段将此事压了下来。另外，昔年水坝崩溃的受害人里有一位是洪四贤的女儿，那日洪四贤一家去袁州探亲，结果路上女儿生病，洪四贤便将妻女留在城郊养病，自己去探亲。其妻女之后本欲同他团聚，不料遇到水坝崩溃引起的洪灾，当时两人卡在渔网中，被活生生溺死。关于定亲，他本是袁州龙兴寺的弟子，但这寺庙12年前也因大坝崩溃被淹没，死伤了很多弟子。在那之后，定亲便来到宝林寺修行。展爷，我们调查到王家对面有一酒楼，案发时段二层有人通过窗户目睹一女子进入房间，徘徊片刻后关上了窗户。据描述，那女子应是王家婢女翩翩。至于是否会有人翻墙而入，我们调查到命案当日，围墙下方刚聚集了几个新来的探犯，他们表示并未看到有可疑人员从围墙出入。由此看来，案发当时在府邸内的人都有很强的动机和充裕的时间作案。目前线索收集的也已差不多了。推理完毕，已是天明，二人马不停蹄是赶至洪府，却被告知洪四贤昨夜接到密信之后，便彻夜赶往40里外的观音庙。我记得沐浴驱邪是宝林寺定远的主意，张龙，立刻搜查洪府，寻找一根两处带有血迹的琴弦，然后在此处蹲守洪四贤。赵虎，依姑娘，请与我共赴观音庙。
展昭、依依、赵虎三人策马狂奔，赶至观音庙时已至正午四刻，几人连番询问，方才寻到一人，那人自称是定远的徒弟。哎呀，不巧啊，二刻前洪大人已在我师叔定青的陪同下离开此处了，至于我师父定远大师，今晨也已经离寺前往开封经堂弘扬佛法，为信徒讲经。寻人无果，一一三人即刻返回洪府，哪知刚一落脚，便发现这洪府内已然是沸反盈天。几人定睛一看，才发现周夏等开封府捕快正在现场是四处搜寻。展爷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刚接到了报案，洪四贤在屋内被人谋害，而嫌疑人就持刀在同一间房内，其余信息仍在调查中，还请展爷和依依姑娘随我来。不加铺陈，他在未时四刻左右听到陶瓷落地的声响，便连忙进入此房间查看，发现洪四贤已经死亡，而遗体旁则是手握尖刀的宝林寺和尚定青。阿弥陀佛，此罪也绝非出自我手，出家人不打诳语。我受邀和洪施主同乘一辆马车返回，顺带将我师兄定远赠送的花瓶一道运回。马车之上，洪施主盘膝冥想，我们并未有过多交流。阿弥陀佛，此罪也绝。当时洪府家仆们离开后，洪施主便邀我饮茶，我喝了一杯，便觉神志昏聩，之后应是昏睡过去了。过了不知多久，我觉得后腰有刺痛感，便想挪动下身子，谁知便听到花瓶倒地的声音，我瞬间清醒，发现自己竟手里握着刀，贫僧一下子慌了神。就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际，洪府家仆们便闯了进来。阿弥陀佛，先说这腹部伤口，干、白、无血色，刺伤处皮不紧缩，并非生前伤。再说他被割下的舌头，伤痕处经过清洁后，并无血液流出，也是死后伤。我在他七窍内发现了大量血迹，其肋骨断痕也呈蝴蝶状分布，依次推断致命伤倒像是被阴狠掌法或者钝器击中心皮，这样便能解释他七窍内的血迹了。说到这割舌头，你们不觉得这和上一个案子有点像吗？那第一个案子死者胸前挂着铜镜，对应净孽地狱，这个呢就是拔舌地狱，说不定这是天珠啊。在这儿呢。这花瓶也太大了吧，有钱人都这么阔气吗？等我看看里面。哎呀，花瓶里面的那是血迹。这是洪四贤从观音庙求的一尊净玉瓷瓶，可保家宅平安。据家仆所说，他们将花瓶从木箱中移出后，便被吩咐离开房间，之后房间中便只剩下洪四贤和定青了。
先说到这割舌子，听了这周夏的话，一呢倒是并未着急回应，而是在洪四贤的衣服口袋内摸索。他的口袋里是琴弦，上面果然有血迹，这不是天珠，是有预谋的杀人案，一定要破解这一串案件，赌上幽姬的名义。依依在这儿呢。我家老爷回来后就吩咐我们把花瓶放进屋里，说起来这花瓶真大真沉，我一个人平时顶俩爷们儿都搬不动，直到再叫了一个人才抬动。未时四刻吧，当时我在旁边屋子听到花瓶打碎的声音，就赶紧过来叫门了，没人应，我就赶紧推开门进来，就看到那什么定青大师浑身是血，手上还握着刀。我们这儿啊，就大门前有人看着，平时我们会轮流守在这卧房旁边的屋里，随传随到。今天魏十二可不到，我们弄好花瓶就离开这里，到旁边的屋子了。仇家做生意那种算吗？我家老爷说他最近在抢冰井街的一块地皮，据说竞争特别激烈，会不会是商业对家干的？依依在这儿呢。洪府啊，临河道，不过这河道窄小，一般也就小船能通行，所以周边商业一直没发展起来，久而久之也就人烟稀少了。哎，这次怎么不见公孙先生呢？他呀，他去查另一个案子了。哦，就是前几天开封才女金玉仙呢突然离奇失踪了，这可不得了啊，不找到他呀，开封多少文人骚客要睡不着喽。几人正商谈间，依依偶然瞥见门外似有人窥探，但见他一个翻身从洪府高墙跃出，发现偷窥者正是风里萧。嘿，你见了依依姑奶奶倒是镇静。鬼市的误会我自问难以洗清，你们跟踪我的人我也并未为难，不过就算我做了亏心事想要瞒你，易如反掌。关于近期命案有些陈年线索特来相告。先说王大人，13年前他担任袁州知府时贪污公款导致水坝偷工减料的传闻，我想你们也都查到了，但最早捅出这事的是翰林院一个叫孟堂的人。再说洪四贤，14年前他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也算画艺无双，即便如此，翰林院公认的第一画师却是另一个人。这人是谁呢？孟堂。10数年前江湖有一大盗铁蝴蝶，他发下预告函要同当朝郡主温存一夜，郡主府上即刻戒备森严，最后捉住了谁呢？还是孟堂。只有我知道孟堂绝不是铁蝴蝶，铁蝴蝶有一独门掌法，可令人五脏破裂，肋骨断痕，似蝴蝶双翅状。昔年我设计取得他的指印，这指印和孟堂的每一个指头都对不上，
昔年开封知府顶着上面压力，三日内必须破案，尽管疑点颇多，也只能判他绞刑。当天孟堂便在狱中用囚服悬梁自尽，旁边是认罪的血书，这案子便这么草草结了。自此孟堂对王树敦的状告成了诬陷，洪四贤御前献艺，在翰林院站稳了脚，铁蝴蝶也在江湖上消了踪迹，但我始终相信他尚在人间，而且一定还在暗中作恶。我今日带来两个证物，一个是铁蝴蝶指印，还有一个是当年孟堂见我相信他，告诉我在他冰井街的旧宅里藏有一幅画，那画对他很珍贵，他不想这画被毁掉。风前辈的意思是，最近发生的连续案件和13年前的铁蝴蝶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多谢你。哎，别急着谢我，我是看包大人并非寻常昏庸官员，才把这陈年旧事相告的。这案子你们开封府在查，我也在查，你们可别落在我后头，告辞了。那么依依姑娘，接下来我们先去城郊冰井街，再奔赴宝林寺调查，看能否找到相关的线索。变臭水坑了，搞不懂有必要为这种地方争破头吗？不尽然，此地距离汴京大街很近，如果在低洼处挖取引汴水通河道，再用挖出的土垫高地基，便可打造一条临河的商业街区。嗯，等等，前方有争执声，我们过去。有人说自从叶无忧成了蒋大人义女，蒋府门风就坏了，要你死。有人说叶无忧野心太大，敢抢开封的地皮，要你死。两份银子除掉一个人，只能对不住了。二位官爷相救，小女子叶无忧乃陈州潘家楼的掌柜，两位若是得空去陈州，千万要来潘家楼，我定当设宴款待。呀，陈州，那美女姐姐来开封办什么事情呀？该不会是也看上了这块地，要在开封开一家酒楼吧？只可惜开封城中不少富商大户，甚至听闻一些市井邪教也有意竞买此地，无忧一介女流，恐怕有心无力，今日前来全当再次缅怀一位故人罢了。女孩怎么了？哦，刚才就是那邪教来吓唬你的吧？那你就更要拿下这块地，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喵，开封这么大，没有这块地还有那块地，干嘛要伤人性命？可能在话本故事里，商业如战场，波澜诡谲，暗潮涌动，充满了卧底刺探、运筹帷幄以及斗智斗勇，但现实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往往只需夺取对手性命。其实有了这块地，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商贾投资入局，进而借此继续扩张，如此反复，财富便如滚雪球一般积累，这样巨大的利益面前，一条人命又算什么呢？姑娘对那邪教可有了解，以助我们调查，开封府内容不得这帮贼匪放肆。那邪教名为本物堂，只要购买其养生药就可以成为贵客，贵客等级森严，需要不断拉人买药才能提升等级，等级越高佣金越高，如此层层盘剥，吸引人入局。但是很多人在服用那养生药后病情反而加重了，本物堂则称这是正常的排毒阶段，也有人囤货后卖不出去，弄得家破人亡，而本物堂则称是贵客能力不足，即便如此，很多人依旧趋之若鹜，致使本物堂这几年迅速积累财富，他们便准备买下这块地扩大经营，摇身一变成为养生龙头，进而吸引更多人入局。姑娘可知如何进入其间？
以便我们尽早解救被欺骗的百姓。我只知其约在开封城南，他们会为高身价的贵客准备一块古铜令牌，验明身份。不过具体什么样子，我也并未见过。古铜令牌，是我们在王家大院发现的那枚吗？看来要继续跟展大哥搜寻线索，先确定那本物堂在何处，再用这令牌试试了。说这展昭一和张龙赵虎从兵警街归来，继续奔赴宝林寺搜查。展昭和一来到定远房内问话，而这张龙赵虎则在宝林寺内是分头取证。原来二位是为了洪施主的案子而来，当日我在辰时四刻中便已从观音庙出发，步行往开封城讲经，约莫未时四刻我已到达经堂，之后便在那儿讲经了。沿途可有人证明此事？观音庙十里处有一茶棚，那里的店小二可以证明。上次我们来遇到了你的弟子，他人呢？哦，你说明悟啊，他下山悬壶济世去了。我常常教导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方能修得大道。案发时候，他刚好在开封经堂讲经，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不过要建立在洪府就是第一案发现场的基础上，至于他说的店小二，也要差人前去调查。总之，定远作为洪四贤生前接触的人之一，还算不上绝对毫无嫌疑。展爷，我们这边调查到几点。第一，定远这人背井成谜，12年前带义入寺，武艺高强到很快就升为长老，奉命同其他长老只守禁地。第二个是关于定远的弟子明悟，据说他每月总会消失几天，对外说是修行游历，但有人仔细问他去了哪儿，有什么心得，他便说是悬壶济世，宣扬养生知识。山脚下的护寺和尚也说，他每次出去都往西边走，那边按理说是一片荒地啊，顶多是有些前朝的废弃寺庙，有什么人需要养生知识的？明悟去的地方和叶无忧说的重合嘞，那他会不会是去本无堂？这样的话，定远怕也脱不了干系。还有王家那写着本无二字的令牌，就是去本无堂用的吧？若定远是幕后之人，那他确有动机对洪思贤下手了。再斗胆推测，定远便是铁蝴蝶，那昔日大盗并非消失，只是换了种方式敛财。这样，我们乔装前去调查，同时在附近部署开封府捕快，一旦确认情况属实，便设法联系外面的弟兄，争取杀他们个措手不及。制定好计策后，展昭一折返开封，先去茶棚询问，得知定远确实来过，而后几人又去开封讲经堂调查，得知案发日未时四刻，定远确实在此讲经。这地方就在洪府窗外那河道下游，还坐船也就一刻钟。哎，你说咱们上次多问问，直接从洪府顺流而下，还省得再兜圈子了。哎，要是能有个工具帮我们记录下那些人的行踪，再汇集到一起，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去查阅，也省得跑来跑去了。哎呀，什么时候能有呀？听来颇难，不过类似手段宫门已有应用，比如收集百姓指印，集合成缉斗册，以提高断案效率。只要有心研发，我相信总有一天这工具是会问世的。连日奔波，调查暂时告一段落，几人稍事休息。展昭一边筹备人手，一边命人向风里霄同步猜测，此间准备妥当，一行人借着夜色掩护，
向那本物堂进发。你们遣人分别至东南西北四处待命，张龙，你随我和依依姑娘乔装潜入，之后借机外出，通知其他人包抄。刚下过雨，路面湿滑，大家小心。展昭等人在废墟外见到一形状破烂的老乞丐，几人亮出令牌，果然奏效，那老者颔首转身带众人步入废墟之中。此期间七拐八拐是简短结束，展昭等人一进入那本物堂，但见明目镜里身旁有一富商打扮的老板站在台前，向台下听众是一番演说，可谓是慷慨激昂。人生在世，痛苦有二，有命没钱，有钱没命，怎么办？喝西王母御赐药，让你变大英雄；让更多人享受神药，你会变富贵大英雄。有请高僧明悟为大家介绍御赐神药。西王母御赐药乃是不传之秘，但我不忍见众生被疾病折磨，被贫穷折磨呀。我翻来覆去思前想后，做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将要公开，有钱一起赚。家人们鼓掌。俗话说，有钱是大英雄，没钱是王八蛋，想赚大钱必须往前冲，加入我们吧，日进25000。先父的家人不要忘记亲朋，那你就是下一个我。怎么了？一副见鬼的样，不信是不是？城西吴老二现在香车宝马，只要你懂得分享，只要你努力，就一定有回报。家人们，口号喊起来，搞钱搞钱搞钱。不是，你们后面有鬼啊！几位莫慌，有贫僧在，没有妖魔鬼怪敢造次。哎，谁敢打老子？大胆！我乃西王母座下紫风仙子降世灵女，尔等盗用王母名号危害人间，天理难容。我等受命前来惩治尔等凡俗。哟，呸！当我没听说书的讲过神魔至尊的话本不成？我告诉你，老子还是剑圣转世灵童呢。来人，把拆台的给我揪出来。张龙，趁乱走。无知下众，胆敢妄议仙女，受死！白公子，依来帮你。白公子，既然开封府已到，我们没必要浪费时间了。原来你们是在装神弄鬼啊！你们坏了咱们赚钱的大好机会啊！你们，哎呦，气死我了！诸位百姓，这本物堂用新贵客的钱支付老贵客的佣金，本质上就是用假药空手套白狼。
大家切莫上当。好熟悉的声音，莫非是他？是他呀，那日逃出暗影鬼市后，就是那个美女姐姐救的我们。张龙、张虎，彻底搜查此处，不能漏下一个骗子。张龙、赵虎挨个洞窟搜查，展昭和依依则压着明雾搜寻。几人来到一处石壁，但见得原本一个个雕刻佛像的石窟之内，赫然盛放着这一个个人皮面具。人皮面具？你们用这些做甚？哎呀，和我没关系啊，这是我师父命我在这里用猪皮和魔芋熬制做成的。而这里吧，我也只是奉命打理，其他的什么账目啊、打通关节啊，都是师父一手操办的。你放心，有你这话，定远离定罪便不远了。只要你肯坦白，说不定还能从轻发落。来人，将其带回开封府。哎，你说说这帮杀千刀的骗子是不是会下咒啊，把百姓们骗得五迷三道的。现在他们都说开封府坏了他们赚钱的机会。急不得的，很多人无法识别骗局，陷入暴富的圈套中。我等要加强舆情的教化，帮助百姓养成正确认知，也就是包大人所言的第二重青天。任重道远，慢慢来。好，忘记了，展昭有时装，有猫猫，有一个小猫猫。从前都未想过，这替人办差要走得了阳关道，也要走得了独木桥。哇，那个竟然喷火哎！好单调啊，单调多了。这样，这是升了上品一品官，是不是？这眼神好像怪怪的。好，没有，眼神差不多了。那我们看一下白玉堂。哇哇，这个老鼠也太肥太壮了吧？不是肥，是壮。好啊，白玉堂，哎，白玉堂是不是也会抖啊？有吗？有抖吗？哎，米歇尔，有懂吗？看不出来。等来日，我再去那圣上的后花园走上一遭，岂不名传天下？我这次来是要办大事。你要是等来日，我再去那圣上的后花园走上一遭，这些行头除了兄弟几个，可是没什么。我这次来是要办大事。你要是等来日，我再去那圣上的后花园走，这些行头除了兄弟几个，可是没什么。等来日，我再去那圣上的后花园，我这次来是要办大事。你要是挡，我便是一刀。干大事的，干大事的，漂亮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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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辉会抖，立辉会抖，赞赞，喜欢。王府聘请了东瀛宋师伊吹雪，状告定卿先后杀害王树敦和洪思贤。另外，风里萧研究了洪思贤的致命伤，认定那是铁蝴蝶的独门掌法所致。若定远是真凶，那他一定便是铁蝴蝶。我安排了风里萧出席本次审案，届时三案并审。依依姑娘作为宋师，责任重大，但你不必紧张，我们都会帮你的。
宋美少女与东瀛上忍娘的终极对决来喽！来来来，买定离手。依依姑娘很喜欢击鼓的说，可惜在铁杖面前，今日一战，你注定只有败北一种可能的说。而我将夺回属于我义兄宋川长的荣耀。请这位来自东瀛的宋师把舌头撸直了再来同我讲话吧，咱们公堂见。一吹雪，你既然咬定这是定亲犯下的连环杀人案，你便先从王树墩案来陈述你的状子。嗨，6月30日，定亲同定远前去王家做客，在申时之前，定亲借故离开王家，算准王大人在沐浴，领亲宫翻窗进入二层，将王大人溺毙之后，迅速离开现场。证据是房间里被损坏的窗户。至于动机，是定亲之前在寺庙因水坝崩溃被淹，导致他痛恨当时的元州知府王树墩，所以定亲就是凶手的说。荒谬！如果定亲从窗户进入，怎么可能不被朝南沐浴的王树墩发现？王树墩一旦发现有人闯入，又为何一点声响也不发出？若王树墩沐浴，其木屐又为何放在门口？那你，死者陈尸状态全部效仿地狱惨状，是很明显的连环杀人案。红四嫌疑案凶手明显是定亲，由此倒推，此案凶手也只能是他。反正总不能是红四嫌吧？有何不可？他在书房用手刀打晕王树墩，再将其搬运到二楼，放到浴桶中溺死，以制造王树墩在申时后死亡的假象。只要在申时前完成，他就可以摆脱嫌疑。我还当是什么惊天手法呢？这样的话，王大人入水那一刻必然清醒地说，他自己就不会抗争了吗？就不会留下痕迹了吗？入水那刻他已被捆绑住了，在王树墩的颈部和大腿后侧发现了细绳摩擦的痕迹，可以推测凶手是将王大人上下身折叠，用坚韧细绳将人捆绑后投入水中。而我们在红四弦锦囊中发现的染血琴弦就是作案用的细绳，他眼睁睁地看着王树墩同当年他女儿一样被活生生溺死。原来如此，当时洪先生的弓音尖利刺耳，绝非那首曲子应用的琴弦，想来是洪先生爱琴如命，才舍不得丢掉那带血的琴弦吧。那洪四贤一定是被定亲所杀的说。定亲先用掌法将其击毙，后又因为恨意难消，用刀继续攻击已经躺尸的洪四贤。荒谬！荒谬！既然刀伤是死后伤，又是躺尸的情况下再次行凶，定亲的衣服上怎么会有成片的血迹？事实是，有人用事先准备的猪血淋到了现场的定亲身上。怎么可能？现场根本不会有第三个人。没错，第三个人就藏在花瓶中。这大宋女已疯魔了，试问一个大活人怎样做到从花瓶中出来，杀死一个人再嫁祸给另一个人的呢？现场起码有两个男人的说，会让他轻易得逞吗？如果花瓶里的压根就是个死人呢？比如说是红四弦，这样花瓶里有血就可以解释了，
如此说来，定青面前站着的洪四贤就是别人易容假扮的。洪四贤之前髋骨受伤，不能盘膝而坐，但定青说过，洪四贤是盘膝坐在马车上的。至于盘膝而坐，很容易让人想到佛家中人。定远大师，您说对不对呀？不可能，定远先洪四贤离开观音庙之后一直步行前往开封，观音庙周围十五里皆是红土，定远鞋子破损，所以当日换下留存，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红泥证明他一直在步行。观音庙距离开封四十里，如果只是十五里范围内有红土的话，总感觉这证物或证词有问题。他的不在场证明根本不成立，定远如果全程步行到开封，鞋子上怎么可能只有红色泥土？怕不是你中途折返，所以鞋子上只有红泥。那也仅仅只能说明我不是步行去的开封。哦，可能是后半段坐了马车，不过我对此案颇感兴趣，想继续听依依姑娘讲讲真凶是怎么犯案的。真凶辰时四刻出门，步行十里让茶棚小二看到后折返，午时前赶回杀掉洪四贤，将尸身藏入花瓶，用黑布盖好，再易容成洪四贤，命家仆用木箱将花瓶封住，送入洪府之中。易容的凶手同定青出发前往洪府，未十二刻左右，凶手亲自盯着家仆将花瓶放入房间后和定青独处，假借喝茶之机用蒙汗药致定青昏迷，将其平放于案几之上，然后凶手取出尸体，用刀在尸体上伪造伤口，将刀放在定青手中，并在他身上淋上猪血，之后离开案发现场就可以了。既然我已离开，又是如何远程操控后续的一切呢？我能控制定青打碎花瓶引来家仆吗？你只需将碎石放在定青身体右侧，再把花瓶放在左侧，等到定青蒙汗药劲过后，案几上的他右侧身体刺痛，自然会向左侧翻身将花瓶打碎。贫僧真的很佩服依依姑娘的想象力呀，但是有一点，步行至开封金堂需要两刻时间，我未时四刻赶去开封金堂已是极限，试问我又哪有时间去作案呢？原来如此，我想你应该是通过洪府外的河道直接前往讲经堂。那么贫僧的动机呢？我与洪先生无冤无仇啊。这涉及到你的另一个罪行，恳请包大人提请定远弟子明悟，他作为本案证人将提供重要信息。师父啊，是他们说坦白从宽的，而且这本物堂的老板确实是您呐，您要和洪四贤争冰井街那块荒地也是确有其事呀，其他的弟子不知道的万万没有交代的。包大人，诚如明悟所言，他杀害洪四贤是为了除掉竞争对手，夺得冰井街这块地，而我们在本物堂内发现的人皮面具就是证明凶手是定远的证据之一，决定性的证据就是我们在花瓶内发现的血迹，以及凶手在搬尸时留下的一枚拇指血手印。很遗憾，
贫僧昨日拇指被炭火所伤，指印被毁了。无妨，风里萧当年曾获得大道铁蝴蝶的全部指印，这大道的独门掌法正是洪四贤致死之音。在这欢聚的日子里，不妨一起比对一下，毕竟凡事总有万一嘛。哎呀呀，要怎么验证指印来着？我记得起码要先将手染上颜色。说时迟，那时快，风里萧猛地从身后拿出一碗红色液体，径直泼到定元手上。嘿，啊！这定元双目一睁，下意识一道刚猛掌劲瞬间打在风里萧心口，只见得这风里萧身子吃紧，连退数步，跪倒在地。洪四贤便是被这冠兄的一掌杀害的吧？说起来，老伙计啊，当年我也是这么取得铁蝴蝶指印的。但见得风里萧啐了一口，悠悠站起，从怀中取出一方铁盘石丢在地上，定远掌法之力赫然在上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风里萧则扯了扯胸口的衣服，斜眼看向定远。哎呦，我这身上的指印可是和铁蝴蝶的一模一样啊，不过这比对还有必要吗？方才定远的行为已算是不打自招了吧，还是该叫他铁蝴蝶呢？好啊，你这天杀的定远，今日我们开封府诸位好汉都在，势必要让你再次伏法。洪四贤是我杀的，本物堂是我开的。十三年呐，这十三年我是怎么过的？甚至连坐下的习惯都改了，没想到会栽在你们手里，那只有对不住了。哼，铁蝴蝶，今日我风里萧要亲自逮捕你。浑身被焚炎灼烧而亡，油锅地狱，这是天诛啊，这真的是天诛啊。不对，你们看他身体爆裂处会钻出来爆裂骨，苗疆常用青柑做引养殖此骨，人若服下养有此骨的食物，当经络气血运转一定周天之后，便会浑身焚烧而亡。青柑，我记得定远提过，王大人曾送过他青柑糕点，而且这类点心他之前没吃过。包大人，我们要怎么办？天游都水间，对镜逆壁，似那镜孽玉，趁贪利。才有那大富商，断豪神，仿若那诽谤小人，身陷拔舌狱。眼下这恶僧，顿日有波谕，趁日时。三人虎枪手为寇，定有玄机藏其间。世间蹊跷事虽多，此案却又一祸藏。
且不说三人身厚礼，吾那随之便有大乾坤，相识幕后无隐仇，暗中策划惊天谋。纵使幕后无隐仇，必与三人同力一害，开封府上下听令，定要仔细盘查，不叫那幕后之人掏吃这法王钦天。包大人，天玄门大弟子说有要事求见。此番我等乃是奉阴掌门之命，特有要事相商。昨夜神武观中密藏的一尊妙法白玉观音被窃，作案者留下信函，自称白玉堂。不可能，昨晚他和我们在本物堂行侠仗义的。哎呀，我想起来之前还遇到过有人冒充的作恶。包大人，咱们可不能被那些大坏蛋骗了。姑娘莫急，阴掌门平日便呼吁各派求真，莫要捕风捉影。只是白玉观音关联一极危险之人，今日我等前来便是将因果澄清，以协助开封府早日破案。被盗之物看似一尊观音，实则内里藏着把剑，名唤龙剑，乃朗月疏影城用生人祭剑所铸。此人生前须与剑主同修，其陨身所铸之剑可同剑主共鸣，威力倍增。持剑之人自称妙剑尊，本名妙春辉，幼年拜入陈州宝林寺，被人蛊惑盗走众多武学经书，而后遁走西夏，拜入卷云门，很快升为尊主，拥有众多信徒。这卷云门本是西夏主战派设立的武学机构，宋夏和谈后，卷云门便自称独立，一直暗地危害中原。十数年前，妙剑尊带领护法作乱，终被武派合力擒拿，因其身份特殊，掌握不少大夏机密，如何处置成了难题。最终宝林寺方丈提议将其囚于禁地，以佛法感化，那柄龙剑则被铸于白玉观音之中，由神武观看守。现在白玉观音丢失，想来是其信徒准备将其救出，为防有变，五大派已商议在宝林寺周围驻扎，同时特来禀告开封府，盼我等携手以策万全。又是陈州，开封府近日所查案件，恐怕与其脱不了干系。你们放心，此事涉及大宋百姓安危，本府断不会放任其等为害。自此恶人护枪而亡，本物堂一干人等均已伏法，天珠案看似告一段落，然其后却势必隐藏更大的阴谋。幕后之人所作为何？妙剑尊一干人等又有何等计划？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且听下回分解。我叫依依，在被轮送到这个时间节点体验生活后，成为了一名丧尸。因为一次吃饭，被意外卷入了命案之中。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看起来只是个吃货，却拥有着机智的头脑，游走在无数所谓真相之间，只为追寻唯一的事实。身旁，
如说，但在幕后之人的设计之下是连环互枪，所有线索均指向陈州。单说这此一时间，一呢在房中分析线索，但听得屋外响起敲门之声，一开门一瞧，正是开封府展昭。依依姑娘，请随我来，包大人有要事相商。话说这依依跟同展昭是前往开封府，二人行至府内书房，见到了正在分析案情的包拯和公孙策，而捕快周夏则负责在旁记录整理卷宗。之前三张残损信件已确认是产自陈州，金玉仙失踪一案有民众目击说他在失踪前曾前往陈州，而据传陈州安乐侯曾掳掠家人藏教于其行宫软红堂内。别忘了还有那妙剑尊，另外今日朝堂之上圣上严明陈州放阵恐有情弊，命本阁前往陈州稽查放阵之事，并统理民情，由此观之，这陈州内必大有玄机。陈州饥荒三年，朝廷鼎力赈灾，更派了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玉亲赴陈州赈灾，可眼下却是越赈越饥荒，其中蹊跷势必牵扯甚广，想来此案十分棘手啊。棘手不在查办，先生妙计在先，将圣上承诺的三道御闸改为御闸，现下龙虎狗三口铡刀已由先生监造，但有触犯宋刑统证据确凿者，按品级刑法便是。原来当日朝堂之上包拯直言其无权柄恐不能服众，圣上许诺赐他三道御闸，包拯命公孙策为其参详。公孙策草拟方案时将闸改为闸，分为龙虎狗三品，包拯回朝三呼一毕，将铡刀图样呈上御览，圣上闪目观瞧，此一时已明博那包拯之用意，那是龙颜大悦，即刻准奏令其不必定日请训，待御铡造成急速起身。据说这帮贪官狗才竟以霉米白沙混入新米之中充数赈灾，在倒卖官粮牟利，好在上奏此事的新任陈州长平司刘大人为人刚正不阿，眼下圣上令本阁彻查，恐怕这帮狗才势必会有所行动，以遮蔽罪行。包大人的意思唯恐他们放火烧仓，一朝祸水东引，嫁祸刘大人。不错，此番我势必修书一封提醒他早做防备。周夏，我将这信交由你，事关重大，你务必差人快马送到。周夏闻言即刻接过信件离去，包拯目送其身形消失，颇有意味的同公孙策对视一眼，又将另一封信交于他，那公孙先生会意颔首亦离开书房。有劳展护卫于依依姑娘，先潜入陈州阮红堂内探听那安乐侯有何奸计，以便我等见招拆招。另外本阁尚有一事相托，届时会有人前去接应你们。爹说这展昭同依依连夜快马加鞭从开封出发，次日午时便已赶赴陈州，没来得及喘口气儿，二人便已先赶往阮红堂丈量勘察，准备夜探阮红堂。二更时分，展昭依依施展轻功来到阮红堂墙外花园之中，不日里二人已丈量过，
现下确定方位。但见得展昭从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绦来，用力往上的一抛，落在墙头之上。这一呀、啊，是见样学样上了墙头，二人将身趴伏。那展爷又在囊中取一块石子，是轻轻抛下，侧耳细听，两人又将钢抓转过，手捋丝绦，顺手而下。二人落在实地，脊背贴墙，左右洞察后，蹑足潜踪，倒真有路符鹤行之能。来至一处，名唤立方楼。二人闻得其间莺莺燕燕，喧闹无比，遂择其潜入，隐在软帘后面。哎呀，我说玉仙姐们儿，我们被抢来当初也是不从的，到后来呀、啊，被弄得不死不活的，也只有无奈顺从了。到得好吃好喝的，他们无耻，我们不能下贱，更不能任由其摆布。今日他若是来强的，我金玉仙唯有一死罢了。你等劝他从也不从，既然不从，我这里有药酒一杯，泼他吃了，叫这小娘子无不依从。庞玉说罢，直杯上前。金玉仙唯恐恶贼近身，劈手夺过，置于板楼之上。庞玉大怒，便要吩咐众姬妾一齐下手，但听得楼梯山响，见侯府管家上楼，喘吁吁相禀：“侯爷，太守讲完，有要紧的话回禀。”要立刻求见，现正在阮红堂恭候着呢。走，我们去见蒋大人。来人，将金玉仙送入无忧窟。既然有人要做贞洁烈女，那里有的是客人能成全他。展昭一一闻言，待那庞玉迈步出门之后，边躲边跟，一路尾随来到阮红堂。但见得蒋完行礼参见，不等安乐侯问话，蒋完便已抢先开口：“北府接到文书，圣上特遣开封府包拯来陈州查镇，而咱们在开封府的内应也送来密函，说那包拯不出五日必到，且已提前安排长平司刘大人转移官粮，以防我等烧仓。”包黑子，他，他是我爹门生，给他十个胆子。侯爷休要如此说，闻得那包公秉正无私，又有圣上御赐三口铡刀，况且侯爷所做之事，那包拯能查不出蛛丝马迹吗？呸！你个蒋猴子，你威胁我！无忧窟就没有你的份儿吗？那最早是你为了笼络高官办的，倒卖官粮就没有你的份儿吗？还有，和苗家钱庄放高利贷，不是你干的，跑得掉吗你？侯爷，你我再这般互相揭短，恐怕包拯还未下手，我等便相互残害而亡了。包拯查镇这事，非同小可。我思来想去，有个方案，但请侯爷定夺。北府先修书一封，就说三日后于宝林寺设宴为包拯接风，实则是鸿门宴。若是能拉他下水，我们在朝中也多了个权柄。若是不能，哼，那他怕是没法活着来到陈州了。另外，那心腹粮仓无论如何不能留。三日后，刘大人的官粮也转移得差不多了。按照往日时令，那天夜里必起东风。哼，星星之火呀，转眼都能火龙燎原。
行啊，你个蒋猴子，贼还是老的滑啊！这鸿门宴就给你的干女儿去筹办，让她办出排场，办出脸面。至于杀人放火这事儿，来人，把相夫给我找来。片刻之后，但见得以身材魁梧、品貌雄壮的汉子大步流星踏入阮红堂。可惜了，这汉子原是以谄媚的狗才。小子，你要出名了啊！三日后，听我们的吩咐，带上那独手面谱桑能和蜡貂蝉张富荣去办件大事。小猴子，你把事情都给他交代清楚了。侯爷，卑府尚有一言，为防计划有误，侯爷这几天要抓紧收拾行装，若是三日后计划未成，侯爷便即刻从东高林入京，在太师府内避祸，以图万全。蒋猴子，都说你精明像猴，我说你改名蒋耗子算了。我爹是当朝太师，我姐是当朝贵妃，那包青天就是揪住了我又能奈我何？逼急了老子自己去灭了他。哎，年轻人呐，不要太气盛。蒋某人向来不喜说教，但今日不得不多言一句，要切记思维思退思变，有备无患，方能进退自如啊。侯爷保重吧。讲完言罢，带那相府离开，连夜赶往太守府交代策划。一日午经，相府走出太守府，展昭一一即刻尾随，跟着那相府来到一处酒楼，正是那陈州潘家楼。这展昭一乔装改扮进了这潘家楼，相府呢坐在南面座上，展昭二人便在北面捡了个座。但见一帮凶徒闯入，走入后厨，拎出一小老妇，抬手便是两巴掌。我不过还钱晚了一炷香，怎么五两变成三十两了？大爷，您体谅体谅，我连本带利还了钱，实在拿不出多余的来了。哼，借了苗家钱庄的贷，没有不还的理儿。甭废话，弟兄们，这小老太太把钱吞肚子里了，给爷们打出来为止。这展昭一正欲出手，只见得一道华光击退为首的讨债之人，又一人上来，眉清目秀，年少焕然。你道此人是谁？他乃是陷空岛武义士，姓白，名玉堂，绰号锦毛鼠的便是。你是因为江湖道。但见那白玉堂一手将那讨债之人制住，向他问道：“可有借约？”讨债之人是连忙点头啊，喊人是双手奉上。那白玉堂拿出银钱换过借约，当众朗声道：“今日银约两交，再不该你们的了。”玉堂松手，讨债者一干人等是骂骂咧咧离去。带人走远，玉堂告诫那老妇，以后似此等利息银两，再也不可向彼等恶徒借了。不敢了，那讨债的均是苗家钱庄苗秀的手下，只因他儿子苗桓义在太守衙门内当京城，他便鸡犬升天了，美美的欺负邻党，盘剥重利，老身之前也是走投无路啊。老人说罢是叩头下去。白玉堂抬眼瞧见这相府，便走至他身旁问起他近况如何。想不到
这二人竟是旧识。可惜这样一个人却认得相符这小人，他俩真是天渊之别。当初东盟公子兄长抬爱救出小弟，又赠银两叫我上京求取功名，不想路遇安乐侯蒙他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今特奉命前往宝林寺办宗要紧事件。安乐侯，莫不是也能有第二个呢？就是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玉。你敢投在他门下了？好，告辞。好，恩怨分明，这就是了。对了，依姑娘，既然那庞玉提到蒋顽同苗家钱庄有勾结，今夜你我势必要潜入探查一番了。闲言少叙，晚间出鼓敲后，此二人是乔装改扮潜入苗家钱庄。此期间蹿房越脊那是自不必说，展爷在暗中建有待客厅三间，灯烛明亮，侧耳窃听，似是掌柜的同其儿在谋谈。哎呦，我的好大儿啊，300两雪花银呐、啊，待我狠狠地亲一口这白胖银子。嘿嘿，哎，对了，你打哪儿弄了这些白胖的宝贝啊？嘿，昨日蒋猴子怕应付不来那包黑子，又想了一手，让那侯爷收拾细软，三日后由东高林入京，在太师府内藏躲，等风头过去再做道理。这不就来问我有没有门路，沿途需要多少银两。我装模作样的说，哎呦，哪能要侯爷钱呢？结果这个蒋猴子先给咱平了300两银子。我想啊，侯爷所行之事那全是无法无天的，如今临走还把抢来的金银珠宝暗送入京，到了日子孩儿传于马夫，他只管伺候，到了京中费用多少和侯爷那里要。侯爷若不给，我叫马夫把细软留下作为压账当头，像侯爷那钱本就来路不正，一来不敢声张，二来也难考察，现下这300银两难道不算白得吗？看来蒋猴子也知道在开封当只狗远比在陈州当匹狼舒坦，只是他以为陈州是开封的垫脚石，这次给足了庞太师面子，他就能在开封官居高位了。哎，真没准儿。嘿，要我说，有时候这刀啊越是锋利越伤不了人，包黑子要是一根筋儿，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与包拯无关，在大宋官儿再大不过天子之犬，谁又比谁高贵？狗官贪腐在皇上眼里是把柄，是狗链儿。哎呀，现下八成是庞家有了二心，狗链要变铡刀喽。哼，咱就抱紧银子隔岸观火吧。这对父子二人正谋划间，忽见得丫鬟慌慌张张跑至厅上说，员外不好了，东院走水了。苗秀父子闻听得吃了一惊啊，连忙一起往外跑去了。这展爷一唯恐被苗家这三人途经发现，依次伏身于这盘柱之上，贴住房毡往下观瞧，但见一白衣身影是闪入厅内，不过须臾复又闪出，抬头向梁上观去。两位开封来的贵客何苦学我做梁上君子呢？还请速随白某前去龙月双溪，包大人有任务托我带给二位。那白玉堂说完便一个飞身离开，消失在这月色之中。展昭一对视一眼，来不及呐喊，双脚那么一点，借着巨柱之力施展了轻功追将上去，这身后却又响起了哀嚎。不好，
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哎呀，我的300两雪花银哪、且说这展昭仪趁着月色追随那一身白衣魅影来到陇月双溪，但见眼前那清澈河水倒映月色，恍惚间竟似得这世间有两个明月一般，那是说不出的好看与惊艳呢、看来白公子所言非虚，果真寻到了展护卫与依依姑娘。啊，原来白公子早就注意到我门了嘛。对了，公孙先生，包大人有任务要交给我们，是什么呀？我之前调查金玉仙失踪案，接到百姓告发，蒋纨私下贩卖妇幼牟利，被拐之人集中在一处名唤无忧窟的地方，地下大小洞窟30余个，其间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巧的是，白公子一直以来也在寻觅此处，根据白公子提供的信息，华奶奶寻得机会，事先扮作吹拂潜入其间，向我们提供了确切的地点，而包大人则决定即刻收网。其一，被拐女子在无忧窟内饱受折磨，已不能再等；其二，陈州查阵之事已分散蒋纨一派注意，若是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恐他们回过头对无忧窟的人下杀手；其三，无忧窟内的名册中必记录朝中高官在其内蝇营狗苟之事，提前一步拿到，也可以避免他们弃卒保居，销毁罪证。总之，现在正是让他们后院失火的时机。还有一点，他们将拐卖来的孩童聚集在一起，每日向其灌输易经邪典，这样下去，孩子们的身心都会被摧毁，确实不能再等了。不错，只是未免打草惊蛇，还是不能打着开封府的名头去查。所以包大人拜托县空岛的诸位好汉借着行侠仗义的名头去做，令那些贪官污吏打掉了牙也只能和血吞。这口大黑锅我们县空岛倒是不得不背了，不过我们人力有限，好在包大人划拨了开封府的人乔装围攻无忧窟，这批人便交给喜欢上房揭瓦的展护卫了。今夜华奶奶会将一名内应迈进无忧窟，明日正午华奶奶会在人犯的餐食中下药，而后为我等引路杀入无忧窟，而这内应则负责保护被拐女子的安全。依依也要去当内应？依依，你想好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想好了，只有华奶奶和那个女孩子两个人在里面实在是太危险了，依依要去保护他们。哎呀，展大哥你就放心吧，看看我这大棒槌可不是吃素的。难得依依姑娘有这片心，反正老身卖了一个也是卖，两个也是卖，诸位放心，老身定会护依依姑娘周全的。依依姑娘随老身走吧。且说这华奶奶带着依依骑上快马赶路，只见得这华奶奶虽年逾古稀，确实精神矍铄，一路颠簸那是气都不带喘的。很快二人行至无忧窟附近，见到了另一个内应。侠女姐姐，原来那个丁姑娘是你呀，我们展大哥心里念了你好久了呢。依依姑娘也是要同我一起入这龙潭虎穴吗？稍后我将二位带到无忧窟的人贩子那里，那可是考验你们演技的时候了，切记唯唯诺诺些，莫让他们瞧出了端倪。这三人如何穿过层层密林洞窟进入无忧窟，咱们是一笔略过，单说这华奶奶同那无忧窟管事的那是耳语一番，最终将那丁姑娘卖了50两，依依卖了3两银钱。什么？你这人长眼睛了吗？姑奶奶我就值3两，一头猪猪都不值3两吧？姑娘，咱们这可都是有讲究的，你看看你，要身材没身材，要模样没模样，
三两都多了。哼，无忧窟是享福的地方，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一夜强忍怒火，随着华奶奶进了无忧窟。午时将至，华奶奶已给守备之人放过饭了，一也已攥紧手心事等待时机。哦，天杀的，今天吃了什么呀？啊，你肚子也难受啊？走吧，去小树林解解手。姐姐们，咱们快走。放心，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快走，跟我们走啊。不要，走不掉的，迈出这道门他们就会折磨我们的，走不掉的，这都怪我们，就算回去了，我们这副样子也会给家族带来灾祸与报应的。几位姑娘，现在不一样，一群正义之士正在赶来，折磨大家的恶人会受到惩罚，而我们都会获救的。就算我们出去了，也会沦为笑柄的，他们会嘲笑我们不干净了，宗族祠堂抹杀我们，邻里乡亲唾弃我们，一个过去和现在都被毁掉的人怎么会有未来呢？谁敢？那帮迂腐的只会明哲保身的烂人，我们被拐时不见他们，痛苦时不见他们，被折磨时不见他们，他们若是敢嘲笑我，撕烂他们的嘴，就算有报应也会报应在人贩子身上。诸位，道路已畅通，洞外有人接应，大家赶紧走。姐妹们站起来，还记得寒乌沙宝典第零条吗？我们要团结，未来就在我们的手上，一个人两只手，一千个人就是两千只手，一定能把这里杀千刀的人贩子撕碎。为什么使不上力气？舍己为人呐，可惜这毒烟名唤醉红颜，女子若闻此烟，便是神魂颠倒，不知天地为何物了。所以呀，你们今天一个也别想逃。老大，四周都被封死了，其他二十个窟全被他们占领了，正在向这儿赶来。这次怕是……无妨，我们做坏事的就要做好有一日遭天谴的准备。不过我下地狱之前，也定要为那阎王爷准备一份厚礼。小辣椒，爷早看你不爽了，仗着侯爷的宠就敢对咱们呼来喝去，你还有你们不过是权力体系下的玩物罢了，而我们才是主宰。你看，你的生死一样握在我的手里。放你的狗屁！你们把那自以为是的三六九等的体系压在我们头上，自称是奴役我们的资格，根本上不过是不敢与我们正面竞争的强盗相反罢了。嘿，老东西活腻歪了吗？我告诉你，你在我面前就是个蝼蚁，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捏死你。你老不死的，你究竟是谁？是谁？老身虽处江湖之远，但上流传说在这江湖之中。你且听好，我正是开封花帮掌门人花玲珑。
你这小小毒烟还不能奈我何。花帮帮主，那你一定知道花想荣了。想荣，当初是你们绑走了他，你说他在哪儿？他在那边那块石头下面呀。好贞洁的人儿啊，既然他宁死不从，我就不能怪我的呀，我就稍稍那么一用力，他就倒下了。你个杀千刀的贼子，你休要骗我。好功夫，可惜还不够痛快。说起来，要怪就怪你们当初和海沙帮作对，他们头才抢了你的小孙女贱卖给我们。多少钱来着？一两。哼，记住你的话，我要亲自将你带到包大人面前，让他治了你的罪。姑娘们别怕，花帮会保护你们的，勇敢一点，为了自己，更为了其他女孩不再受伤害。姐妹们，还能动吗？我想明白了，不能再让他们作恶了，不能再让其他人遭受我们的痛苦了。我们一个人两双，呸，两只手，挠也能挠死一两个。姐妹们冲呀！抱歉，我等来迟，让大家受苦了。帮你是因为家花，花奶奶，展大哥他们已经把人都救，定不辱命。白玉堂走在连接洞窟的山涧暗河之中，一猛然察觉到此地无论是方位还是环境都是如此的似曾相识。好熟悉的地方呀。哎呀，这里就是暗影鬼市呀，当时他们袭击我和展大哥就是怕我们发现这地方吧。抱歉依依姑娘，可否劳烦你寻个无人处为我上药？原来那白玉堂是方才中了醉红颜后这武功暂失，为保护金玉仙时中了那杀千刀的人犯首领一击，之前是咬牙硬撑啊，此刻危机解除，白玉堂终是支撑不住了。且说这二人行至一偏僻之处，那白玉堂将衣衫褪下，以便依依为其上药。这依依拿出其金疮药，正欲上手，却突然怔了一下。啊，原来白公子你是……嘘，家兄走后，这秘密便只有你一人知道，所以要帮我保密啊。上药完毕，白玉堂整理好衣衫，此二人隐约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脚步声，待那声音临近，此二人才发现来人原是展昭同公孙策。白兄为何面色如此苍白？可是之前受了伤？小伤而已，不紧要的。对了，包大人还将另一药物交由我先空倒，事态紧急，白某先告辞了。依依姑娘，依依姑娘，是这样，我们方才得到消息，蒋完发迹，庞玉已准备提前返京，公孙先生有令，我们必须尽快追击庞玉，将其逮捕归案。好耶，他们不是要给包大人开鸿门宴吗？
咱们就带着那个王八蛋过去，送他们一份厚礼。那地方叫东高林，对不对？走走走。老狗，你嚣张个屁呀！你当你是什么大英雄吗？啊呸！你就是个开封府放的一个陈年老屁，我手下随随便便就能捏死你！你个老匹夫、龟孙子、王八蛋，滚开！孩子丢了，被妻子休了，我当然连屁都不是，但这不影响你是个人人得而诛之的狗贼。你们夹着尾巴逃命，也不过就是缩头王八，有什么猖狂的？庞玉，你这个大棒槌，看你这下往哪儿逃！还好，风前被筋骨强健，只是伤重晕厥了。幸好有他拖住时间，不然我们可没法邀请庞公子出席接风宴了。弟兄们，带风前辈去治疗，其余人同我将侯爷押走。且说这展昭一等人押送庞宇来到宝林寺，心中正想着包拯应该已经到了，却见那张龙迎面是匆匆而来。展爷，那蒋文被发现吊死在宝林寺佛塔顶层，也正是今日接风宴所在之地，包大人已在现场勘察。展爷，依依姑娘，请随我来。今晨包大人在接风宴负责人叶无忧的陪同下来到此处，说是先欣赏戏曲，谁知道进来后便发现陈州太守蒋完吊死在房梁之上。此宝塔背靠悬崖，入口与每层之间均有护院僧日夜看守。蒋完昨夜虚实抵达宝林寺后，便入住了此处下层的房间，自那之后进入塔内的只有叶无忧、定亲和方丈。蒋大人进去后，楼梯处的护院僧都没看到过他出来，但今早却是在本层发现了他的尸体，同时在蒋完房中发现了遗书。晚上叶无忧施主来给蒋大人送晚膳，在他走出房门后便再无人进入蒋大人房门。蒋大人的房间只有叶施主能进，至于此大厅也只有方丈、定卿与叶无忧进入过，因为叶施主吩咐过，这里已为今日宴席布置妥当，没有他的允许
其他人不得入内。这窗外的大梁上安装的是不是叫滑车呀？这层下面的瓦片松动了，哎，原来这塔真的就在悬崖边上啊。此塔刚刚修整过，按理说砖瓦不该松动才是。至于那大梁之上安装的确是滑车，乃是方便运送建材的工具。想不到同二位恩公再见面就会是在这种境遇。义父待我恩重如山，我会尽量协助官爷们破案的。义父抵达后，我在虚实一刻为其送去晚膳和新的腰带，闲聊数据便离开了。之后我一人到这层检查舞台布置，大约到虚实四刻，我便邀请方丈与定青在此处论道。我和大师们一直交谈到亥时四刻，眼见庚申露重，又听闻今日定青大师要代替定远值守宝林禁地，便同大师一起离开此塔。再来此处，便是今日正午同包大人一起了。依依在这儿呢。老身初不堪言，看着讲完眼睛嘴巴均是大张，舌尾抵齿，喉下血脉不畅，脖颈处有手指抓痕，应是被人勒死后伪装成自缢的。至于那枚玉子戒指，经过查证是属于庞玉手下特有的配饰。在这儿呢。蒋大人一直联系官员资助本寺，定期翻修佛像、建筑等器物。他每月也总有几日要住在本寺清修参佛，更因喜好将楼下改为居所，说是可以聆听梵音。我们交流到亥时四刻便一同离开。对了，走出房间后，叶施主曾说忘记了东西，短暂返回了片刻，不过随即便出来了。依依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这便是我为义父准备的全素晚膳，他近日为查证之事口内生疮，我便为其烹饪了金针菇。义父平日嘴上说不吃，我走后还不是照样吃了。花奶奶，有项证据藏在蒋丸体内，能不能解剖验明呢？
这恐怕很难，死者为大，按照律例不能轻易解剖。不过本朝并非没有先例，之前有一极恶的罪人被……那没问题呀，蒋纨可不正是罪大恶极之人？我们手头就有证据，被牵出的心腹粮仓，他以次充好倒卖官粮，按律是要被斩首的。可惜呀，你们迁移的粮仓早就被我烧了。哦，怎么一副不信的神色？我防，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你们听，妙剑尊从禁地逃走了，快，法务，率人通知五大派，无休，带人追截。可恶，发生了什么？保护好包大人和公孙先生。几位护法先莫嬉闹，吾等大礼还未送到，暂且先留其一命，与我等欣赏大夏光芒将一切吞噬的美景吧。大夏卷云堂飞天护法参见剑尊。剑尊，我等利用开封府与陈州内斗之心，将其新迁的粮仓一把火烧了，算是送给大宋朝廷的开胃小菜。大夏卷云堂奢音护法参见剑尊。我等已在开封上游水坝以及宝林寺周围布置炸药，待您一支穿云箭升空，大水急淹开封，宝林寺周围五派人手也将死无全尸。很好，只可惜我听闻蒋纨身死，他之前亲写书信为我等霸业出谋划策，并提到要建立人人治世的大同国度，颇具浪漫胸怀呀。唉，本次大礼也算告慰他在天之灵吧。喂，老头，你玩火不怕半夜尿床吗？火红色的光芒啊，是英雄才配拥有的殊荣，而我大夏卷云门的不是霸业，自此时此地此刻起，永垂不朽。值此七夕佳节，白某无甚厚礼，唯有献上这月下烟花与在场诸位同庆了。在我杀掉诸位之前，有谁能告诉我方才发生了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你所见，是我陷空岛好汉将那些土法制作的炸药换成了烟花而已。至于你那些小伎俩，还是由开封府的人来揭穿吧。都水剑总管川泽取验事务，一旦横死，交接期间势必可趁虚而入。洪四贤掌煤炭消失行事，身死则行事乱，有心者必可浑水摸鱼。定远镇守宝林寺禁地，若其身死换作尔等内应，营救妙剑尊便多了一份筹码。此三人互枪看似意外，但通过蛛丝马迹不难推测出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谋划。而真正让我们确定的有两件事：你们伪装白玉堂危害江湖，最终偷得了妙法白玉观音。且不说偷窃那日白玉堂同依依姑娘在一起，单说其间暗藏的龙剑，便足以令尔等阴谋昭然若揭。
看来我烧毁的粮仓倒是仅存的硕果了。敢问你烧的是哪个粮仓？心腹粮仓西北40里的行川教场之上，那大火就像一条火龙一样，很是漂亮啊，很快就把那里烧了个精光。不错，仓中无粮确实烧得很快。其实心腹粮仓并未调走粮草，一切只是包大人试探你内应身份的戏码罢了。自从展昭被袭，我们便怀疑开封府内有内鬼了。在此处掉以轻心，恰好言明你尚有更重要之事，重要到可以完全不顾及此事真假。究竟何事如此？是你三面内应的身份，更是眼前尔等的龌龊之事了。好，是个不错的对手。都说英雄惜英雄，我便最后一个杀你。本阁不过是大宋律法的执行者，算不上英雄，但想杀本阁的人却是不计其数，归根结底都是机关算尽、穷途末路者，也算不上英雄。那要问谁是英雄？戍守边关的事，锄强扶弱的事，为民请命的事，俯首躬耕的事，他们未必站在光下，甚至无名者众，但他们可填江海，平峻岭，化愿景为现实，他们是英雄，是脊梁。不过草民罢了，真英雄必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凭借大智大勇创造不世霸业的天命之子。没有百姓支持，何谈霸业？尔等狗才将阴策诡计当智慧，将持强凌弱当勇敢，将祸害百姓当作霸业与英雄之举，何其荒谬，何其可笑！我从未见过如此狗才的狗才。你算辅文人只支撑口舌之力，待我先削去你的舌头。谨遵，您刚服下天灵地灵修罗圣煞反身丸，正是功力迅速恢复之际，万不可动怒，令周天逆转，伤及经脉啊。包大人加把劲啊，干脆直接说死了他，免得我们费力了。哎，本阁势必要留其半条性命，你让彼等狗才见识见识何为真英雄。诸位，靠你们了。快，剑尊，快服下这天灵地灵丹，恢复气血。包大人一番言论，当真豪气干云，令中原武派大受鼓舞。只是我等沿途被宵小阻截，方才相助来迟，还望诸位见谅。犯人既已全部归案，我等陷空岛好汉便先告辞了。丁姑娘，等等，多次承你相助，却不知美女姐姐，她想问你什么时候再相见。有缘自会相见。大战过后，尚有一众贪官污吏尚未被清算，蒋完案亦未有说法。关于此案，自一提出想法，在包大人的支持下，仵作连夜勘验，是终于有了结果。仵作结果出来了，蒋完体内确无依依姑娘你说的那食材。现下庞府已动用顶级讼师严干，他放话
可令庞玉被判无罪。待我们推理完后，便可请包大人升堂审案了。我想全部的谜题都解开了。这妙剑尊等人意图侵犯中原，罪证确凿，均已伏法。讲完，40000官粮也已伏诛。今日至公堂审查，自然聚焦在安乐侯庞玉身上。严干，本哥说庞玉罪业有三：其一，倒卖官粮；其二，贩卖无辜百姓；其三，预谋行刺本哥。另，其更有嫌疑谋杀蒋完。你却说那安乐侯有冤，冤从何来？包大人明鉴，这其一、其二俱是坊间流传。若是要寻真凭实据，还要看苗家钱庄同无忧窟的账簿啊。诸位请看，这账簿上最后拿钱的人清清楚楚地写着叶无忧。严先生，这账簿可否借我一观？多谢。这本账是假的。诸位可曾听过阴阳账簿？无忧不过是侯爷为防东窗事发用来抵罪的棋子，故此我签的是阳账簿。但是做生意嘛，总是要真实往来账目留底的，谓之曰阴账簿。至于区别，就在印章上。阳账簿上盖苗种，阴账簿上盖苗家。包大人一查便知。罪不至死啊，包大人，罪魁祸首都是蒋完呐，包大人，那还有行刺您的事情，全是蒋完策划，与侯爷何干？包大人，民妇可以作证，行刺者相符只听侯爷的话，纵有蒋完出谋划策，没有侯爷的点头也是万万不能的。如此说来，蒋完知道的这么多，侯爷也确有杀人的动机呢。蒋完之死，那完全是有人借题发挥，想要诬陷侯爷。我看叶无忧你最后入的蒋完房间，你嫌疑也不小。蒋大人尸体是在顶层被发现的，试问护院僧昼夜值守，我一个柔弱妇人又如何搬运蒋大人呢？是我有通天的本事，还是严大人被庞家的白银糊了眼？就是叶无忧，自从蒋完认了他，他家就没消停日子。大夫人病重，大少爷为了叶无忧出家，二夫人也疯癫了，现在他又把黑手伸向蒋完了。他就是魔鬼呀。蒋完一案尚不能确定是安乐侯所为，但安乐侯啊，其余你所犯之事皆是重罪呀。虽都言不可以私废公，然我与太师有师生之意，
你我便如亲兄弟。但这事儿总要给皇上个交代。现下人证物证俱在，你我就当走个过场，当面对质，务必如实说来，我好同太师与皇上商量如何定罪量刑，万不可畏罪回避啊。钦差大人可当真？我确实做了很多当官者都会做的错事，向来罪不至死。大人你笔下超生，我安乐侯感恩不尽。包拯遂拿了呈子，一张一张讯问对质，从那阮红堂到阴阳账簿，更叫了相府当堂对质，事如巨细，旁遇那恶人一一画供。其后包拯又是一阵柔声细语：你今所为之事，理应戒精，归三法司判断，那时难免皮肉受苦，倘若圣上大怒，必要从重治罪，那时又如何辗转？莫若本阁在此发放了，倒觉得爽快，你想好不好啊？但凭大人做主，想来我爹寿宴将至，包大人到时候一定会是座上宾呐。请御行，看一查。我黑子，你他敢阴我！我爹是胖吉，你知道吗？你在玩火，你知道吗？庞太师再大，也大不过大宋律法。你贩卖人口，纵火烧仓，雇凶杀人，桩桩件件都是斩立决的重罪。眼下你画押招供，你又作何狡辩？来人，行刑！王朝马汉请来铡刀，黑面相里左手持定刀把，右手按定刀把，直手坐上，待包公口说行刑二字，王朝将镖躯一纵，两膀用力，咔嚓一声，顿时将那恶贼腰斩。原来包大人比我会使诈，佩服呀佩服。方才这公堂甚是血腥，令人深感不适，眼下案件已结，民妇便先告退了。叶姑娘是否以为你这行径已然天衣无缝，今日可从开封府众人眼底下安然脱罪？人生如棋局，入局者都觉得自己会赢，可惜只在妙手落定，才知谁是做局人。无忧根本不可能将蒋大人从四楼搬至五楼，那开封府又要如何落这一子呢？用这个滑车搭配塔顶上固定的另一个滑车就可以了，有了这个组合，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窗外把蒋丸吊到顶层的房间了。确实是不错的手法，那么之后定青和方丈同我在顶层论道，他们可没有看到尸体呀。尸体悬吊后被你藏在房梁之上，方丈说过你们一起离开房间后，你又借故返回了片刻，应该就是在那时候用竹竿将尸体推下。我想作案的方式应该是先在顶层将吊钩垂下，借宋晚膳的机会来到蒋丸房间，利用新宋的腰带将其勒死，然后将腰带系在其腰部，再将窗外吊钩挂在腰带上，之后将送来的饭菜倒掉一半，伪装成蒋丸在你离开后还活着的样子，然后迅速离开，来到顶层，通过滑车组合将蒋丸吊上来，藏在大梁之上。
这样的手法，等到夜深人静，大家都不在的时候，谁都可以作案。为何依依姑娘一定要认定是我呢？荒谬！决定问题就在于需要验证蒋丸的死亡时间。若他是在晚膳时间后死亡的，那么他的体内会有一种食材，一种无法消化直接排出体外的食材，金针菇。可是从仵作花奶奶给到的结果来看，蒋丸的尸身中根本没有金针菇。如此推断，蒋丸的死亡时间只能在其进入宝林寺之后到你离开他房间之前，而他的房间只有你一人能进呢。众所周知，我是蒋大人的义女，杀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杀人不一定为利，也可以是为仇恨。我们曾在蒋丸生死处发现一幅画，画工像极了我们之前见过的另一幅画，我想他们的作者应该都是同一人，孟唐。够了，是名字不该出现在这儿。我八岁被卖给蒋丸，作为他的玩物，活得暗无天日。直到一天，蒋丸要给儿子找一个书童，我的生命中才出现了一道光。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蒋丸子女欺辱我，他会上前相护；外人咒骂我，他也会用孔夫子的话帮我理论。七年后，他说他有一个机会可以进入翰林院。他走的前一晚，翻墙来找我，说让我等他，等他出人头地了，就会来接我，带我走，带我离开这牢笼。他其实不算时运，只不过我等来的是他的尸骨而已。没多久，就有三个人来到蒋府，我则侍奉左右。那晚他们四位喝得酩酊大醉，蒋丸搂着我，得意洋洋地吐露了他们为之得意的谋划。郡主前往元州游玩，王大人刻意点名，从翰林院调拨一名画师陪伴郡主作画。洪思贤则极力推举孟唐，再由定远，也就是铁蝴蝶，安排一出仙人跳。自此，王大人除掉了举报自己的人，洪思贤坐稳翰林院第一交椅，铁蝴蝶摇身一变，成了宝林寺的定远。蒋丸，蒋猴子靠着无忧窟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秘密，那一夜，叶无忧就杀死了他自己了。他改变了妆容，强忍恶心，勾引蒋丸，慢慢的，让蒋丸爱他所爱，厌他所厌，放心的把那些龌龊事交给他打理。或许叶无忧天生就是恶魔吧，他处心积虑，掌握了三人间的弱点与仇恨，剩下的只需几纸书信，将诡计相告，用仇恨将他们三人串联，完成他的使命。那王大人的猫和风影霄毒案，也是你一手布局吗？是我策划的。我知道风里霄在查，可他无权无势，就算查到那三人罪证，不仅不能作为，反而会打草惊蛇。所以那三人必须由我亲手制裁。你既已策划他们三人互枪，又为何要模仿蒋丸笔迹，勾结西夏卷云门势力，通敌卖国呢？蒋丸文册上遗留的残墨，便是你一样临摹后留下的吧？
死了一个孟堂，为的是掩盖整个官场背后的利益链条，只杀三个又有何用？杀不完呢，狗官杀不完呢。这些人为了名誉，甚至可以舍弃了做人最基本的操守。洪四贤是为给女儿报仇吗？不是，皆因王叔敦借着治水的名义，对他家沿岸商铺另加重税。定远呢？他假借修建佛寺，帮王叔敦炒块地皮，趁机贪了他800亩地呀。蒋完呢？他是利用无忧窟掌握高官的秘密，要挟他们资助寺庙，再将这钱据为己有。他为何住在塔里？因为里面的佛像是用他贪来的银子铸成的。杀人放火者，金冠加顶，躬耕直言者，尸骸无觅。都说善恶有报，我的孟堂做了什么恶？他们又行了哪些善呢？展昭愚见，妄议果报。佛讲众生，善恶也应在众生。蒋完一行种下恶因，连累众生。孟堂也是其一，但孟堂不屈黑恶，种下善因，经正义之事传承，定为众生结下善果。所以，孟堂是英雄，值得我们铭记。在这样的时代，多少人穷尽生命，也未必能等来一个包青天呢。行行吧，我杀了宋行统杀不了的人，没有遗憾了。宋行统只是工具，在昏官手中不过废纸罢了。孟堂冤案、无忧窟案，归根结底便不应发生。罪行之有效的方法，乃是防患于未然，也即本格所言的第一重青天。但大错铸成，牵连甚广。本格可以允诺，所有案犯，管他皇亲国戚，权势滔天，本格必誓死追查，定要让其等伏诛于第三重青天之下。至于你的罪行，自有审刑院复核，再做定夺。我自知罪恶滔天，对我而言，最痛的也不过是无法在梦里见到孟堂罢了。包大人，他咬碎蛇下毒丸自尽了。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我本恶魔，因爱毁灭，因恨重生。人间使命已毕，我终将返回故乡。哼，陈州查镇广连千，眼见之门九路无仇，我飘连天边痛，那黎民何故恨，那口才何奸，顾不得待人圈滔天，脸上欲扎平民怨，头欲扎陈我英，二欲扎出赃贪，三欲扎倾国宝，四欲扎故
母亲天，但有位于先朝谋，教化众生，种善因，法王恢恢，请修补。人间自是有情难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无论百年千载，只要我辈自强不息，薪火相传，则法度中全，人心必齐。只因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是如此热爱公平与正义。开两朵，咱们是各表一枝。说完这开封府，再看那金华兰若寺一处幽静佛窟中，只听其间不时传来少女们杠铃般的银铃般的笑声。姐妹们，神时到，羊茶新啦！鬼市新出了榴莲奶茶，来，浅浅张嘴，我还买了臭豆腐，啥啥尝尝。对了，叶无庆这段时间是不是真不在？咱们是不是可以快活了？据鬼王推算，开封城不日将诞生百年一遇的怨鬼魂体，可用来医治姥姥的一位亲故。姥姥她闻言便连夜带着冯妈走了。这是找了几个百年一遇了？17个有了吧。哎，做人难啊。对了，我的新书叫只有云知晓好呢，还是叫一朵雨做的云好呢？做一个知名女妖难啊。哎，这臭豆腐好吃，亲爱的再喂我一个。至此，陈州案已接近尾声，只是那包拯斩了庞太师之子，庞太师将如何报复，斩招白玉堂又将经历怎样的传奇，欲知后事如何，尽在古典名著《三侠五义》之中。目前备受瞩目的孟唐冤案，其调查已接近尾声，涉案官员已悉数缉拿归案，等待他们的将是大宋律法的制裁。现在我身后呢，就是开封府认亲现场，根据名册，共有19000人被管，目前在多方努力下，已有1000人与家人团聚。接下来，我身边的公孙先生将为大家讲解如何预防拐卖。首先，我要强调，无忧窟受害人都是无辜的，请大家务必关爱，尊重受害者。我再严正声明，根据宋刑统，非法强制拐卖人口者，当处以绞刑。请各位犯罪分子切莫心存侥幸，开封府时刻在行动，也请大家在外一定要注意自我防护。犯罪分子常利用好奇心或同情心，将我们骗至人烟稀少的地方作案。如大家遇到疑似拐卖团伙，请及时报官。你的一个举动，可能会避免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谢谢公孙大人。另外，据开封府公孙主簿透露，本案涉案官员近1000人，皇上已下旨进行彻查，开封府追捕天网行动也已展开，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相关涉案人等必将伏法。最近开封府全民防诈骗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下面有请反诈骗代言人展昭向大家科普反诈骗知识。请大家不要随意将个人信息透露给他人，针对将钱财交付给他人这件事要慎之又慎，更不要贪小便宜幻想一夜暴富。一旦被骗，要先确认损失并即刻报官，详述被骗经过。另外，开封府也牵头刊印了全民反诈手册，上面记录了一些诈骗分子的常用手段，请大家务必随身携带。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迎展昭和白玉堂加入天地劫国风企划的世界。那么下一期企划，你想要看到谁的身影呢？记得给我们留言哦。